大家好，我是大鱼，我是老能。今天变得很冷清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不见。你为什么安那讲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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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你们昨天 LNG 真的太好笑啦、我不是 LNG， 我是大鱼。啊，抱歉，是我。所以你是 LNG 是哪一个？我跟我没有关系啊。我说卤蛋是 LN， 这个是你们三个人名字的缩写吗？还是反正我只是一个路人，跟我没有直接关系。不行，快点解释给我听。他就是 LNG， 是什么意思没？是他们的名字啊，跟我没有关系、啊。他们两个，他们三个，另外一个没来。你在看啊，他们在我一直以为他，因为我就看中间、一个是杰林啊。你不要骗了，到底是不是真的跟我没有关系、喔、天哪，好啦，我们今天要玩，继续玩对面那间单人房，继续玩粪便。我觉得还算好玩的。那你还算粪便中的宝石。也难得一见的。然后晚一点要玩接新日，太神啦 ！Payday， 有些日就不能连线，还要玩。那个账号是用什么、啊？信吗？他们自己想办法。是啊、哦，账号不能用、啊。我知道啊。我不能用。你要不要那个爆屁？爆屁，看看。哎、欸，大家知道庄园大师吗？我刚才看到、欸，哎，我是不是太怂一点？真的，然后你还帮他打广告？抱歉，我觉得很好笑、喔。真的很好笑。对，好啦，哎、欸，听说这个那间单人房会一直死掉，我其实没有办法理解这种会随时 game over 的游戏。我觉得还好、欸，他会死掉的东西都会先提醒你啊。又问你确定吗？你按下去就会死。可是还好，我觉得已经算撞人死。真的吗？有的是直接碰到就死，有的就是你走过去就死了，你什么都没讲，砰就挂。以前用过啊，以前记得有几款游戏，而且他会先响呀，然后就死了。我一定会无言，然后就直接讲啊。对，这已经不错，然后会跟你说，哎呦，等一下你要死掉哦，你要暗示吗？啊，你要按就你半天。看谁知道会不会死掉啊？所以我注意到你死两三次之后，他就是都会这样子、啊。你要死的时候，他都会先提醒。可是你要拿物品，他就会问你说要不要拿。对啊，他就表示你要死。每一个都这样吗？嗯。还是你捡到就直接捡起来？没有，你捡到的东西，他会说获得一个什么？哦，真的假的？那你如果捡，你如果捡东西，他会说你是否真的要打开或捡起来？你确定吗？他会问你两次。好啊。我们等下就来看看啦。算了，你那么菜。不行啊，让我玩玩看啦。好，快点啦。好啦，哎、欸，而且可以看脚本。我最近有看到你花1490元去抽卢斯的卡片。你是说要不要发表一下感言啦？抽卢斯战绩啊。你抽到什么卡片啦？我抽了三四张，我刚抽了三张传说，七张史诗。你传说抽到什么？可以介绍一下吗？传说我忘了，我只记得克洛许王。那是要干嘛？就一只猎人牌啊。一张猎人最高级的牌，哦，就一只暴龙，攻击很大，有冲锋这样。对，好，没什么用，讲实在话没什么用。是。我发现那个游戏就是你越贵的牌，越稀有的牌越没有用，因为你几乎不会把它叫出来。而且他如果在你的牌组里面的时候，你就会三步子看到他对你笑，他又没有屁用。有很少数的牌是很强，可是抽不到。我反而抽到那种看起来很猛，但实际上没有屁用的牌。妈妈，所以你这个1500算白花了吗？不会啊，就爽而已啊。你那花钱就只是让它加速，又不会让你比较强。我发现比较强的都是基本牌啊，就是你它不是升级会送你基本牌组，对，那个基本牌组就已经非常非常好用，就只要运用你的智慧，用那些基本牌组就可以打天下。你去花钱抽那种什么克洛许王，你也不知道他可以干嘛。妈妈，他有时候就对你笑，啊，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可以做什么。是啊。就输了，所以就是如果你有玩炉石战记，然后又想要花钱的话，大概就花这么一次就好，一次花1500块够了。可不可以分开抽啊？就买小包小包。可是你分开抽很贵啊，就没有抽那么多张。因为它一包90块，那你如果你这样子多少钱？我买40包一次就1490啊，所以40包原本应该要4000，是吗？对，
相当4000块的。妈，那你不如一次买多一点。是啊，存很多钱一次买多一点，会比你一包一包90块来得好。你90块，你抽40包，你花掉多少？4000啊。4年了，没有没有，3600。哦，对啊。对啊，那你不如买两个，这样还足够你买2次，还有剩。买80包的还有剩。真的。像我觉得现在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地方，就是你都要花钱去储值，你要一次买多一点比较便宜，像去 Costco 一样吗？对，买多一点会比较便宜。像连那个哥英雄联盟啊，他们的那个储值点数，对我觉得真的差蛮多的哎。你一次就只有140啊，那你不如也是买3500，嗯，可以省很多很多。好，对，存大钱，花大钱。然后我要跟大家说，今天有 coin， 而且我们今天 coin 有问问题，答对可以玩喇叭得到奖品哦。然后奖品有贝壳币，这是什么比较低级的拉拢人气的方式？啊，你干嘛这样说？这小编心想的，就是因为他想出来了，我才会这样讲。好吧，表哥，不是我说的。在外面笑得好开心、啊。好啦，就是这样子了，反正就是送一堆狗屁东西就是。是啊，是啊，哎，你觉得这个游戏还要玩多久啊？我觉得它很短啊，我们上次玩一个小时，我就觉得差不多，它应该也是在一个小时，无论在我们休息时间之前可以把它破完。真的假的？我猜啦，因为我觉得它很短。好吧，那我们就继续玩下去好了。嗯。除非他给我弄出什么里世界、梦世界，那才会变强。什么？啊，你看，它不是就是一个旅馆里面发生的事吗？嗯。然后场景感觉就那一个旅馆。对。就没了，所以你就不会觉得它多长。可是他可能弄出一个什么镜子，然后你走进去就变更大。我懂你的意思，新地图嘛。所以我不清楚啊，这个游戏。可是我们上次那个也在房子里面啊。哪一个 ？Maple 那个是本来就很大很大，这个旅馆才2间房，我才4间房间，然后2层楼而已，不算小吧？哦，那好，看起来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走了。看起来，你从小巴士变明显。没有吧，我体重一样啊。暴毙！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头发吧，我平常都旁分啊。不会啊，差不多啊，你平常有变吗？所以说要八千大哦。感觉上了。妈妈。呼吸战绩好了啦，还不错啊，好游戏。它是一个你用看的，你会觉得笨拙。那你玩下去之后就，哦，好想要续号哦。他们完全在描述他的心情，因为一开始我就问说你要不要玩炉石啊？我昨天有抽到哎、欸，啊，他说不要，才打死都不玩。我就说还好，没有什么兴趣。然后他们就提供了账号玩一下，啊，好想玩呐、啊！这跟我朋友一样，我朋友那个时候也是这样讲，啊，就是那个时候我在开一台，然后就有粉丝这样讲，他就说那个观众，他就说这游戏迟早都可以玩到，因为他这样子是封车嘛，对，到时候是开车，你大家可以玩，那你干嘛那么急着要续号？对，然后我就想到我一个朋友是这样讲，他现在说干我手续，你是懂个屁呀、啊！你懂个屁呀、啊！我手续好，然后后来就一大堆人送，真的、啊，有两个观众送，我都拿去分给别人。好啦，反正我已经有得玩，是是是，我花了钱，好难过，突然有点后悔，各落许望。我觉得是因为你抽到了卡片吧，如果你抽到，可是其实又强又好用，像我看台湾地网，他那个时候抽40包，一张传说。然后我觉得我已经不错了。我看到你在抽的时候，我觉得你牌运蛮好的。我说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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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。哈哈哈哈哈。预告一下这款游戏卡啊，这个，我就觉得大家就刚刚讲，一个小时以内可以破，大概。好啦，好啦，那我们就玩游戏吧。可是导播那个观众说我声音很大声呢。我声音很大声啊。喂，好，谢谢导播。我们上次玩到哪？对，都开了。嗯，我好想要偷开冷气哦。现在很热。因为我刚刚把它关掉。对，现在很热哦。好吧，我来想办法。好啊，好啊。现在录影还要开冷气。你可以帮我开小的就好了。我开小，按少一点。是的。两个月。哎。怎样？那个什么啊？今天我们喝白色小果汁。等一下，我们上次那个猫布偶是已经最后一个形态了，是不是啊？算是吧。哦哦。哎、欸，我们不是有拿毛皮吗？对啊。
是已经装上去了吗？啊、没有，我们记录在上面，我们要去1楼，1楼的毛，那先出去。我觉得我会玩很慢。像有皮有皮，对对对，然后就可以去1楼。你知道你那个时候去1楼，我才是完全下去，原来我们还1楼。我又被吓到。妈妈。去右边啊！上次不是看过，就是它的毛而已啊。这里吗？它的毛，对吧？肉丸子，拿起来。飞入了。哦，快不能呼吸了！他该不要死掉了吧？死掉了，肉丸子！现在连肉丸子都崩了，干嘛？你这肉丸子游戏很痛苦啊！我那时候找了一堆药。等一下，怎么跟刚刚的位置不太一样？你是读另外一个？来看一下啊，现在在哪？我刚不是闹着二吗？肉的一吧，有吗？哎，刚这是已经1楼了。哦，那你肉的是对的，肉的二这个是对的。接着，你看你现在你的毛。好，看一下毛。对啊，愤怒的毛布。这个才是比较细。我们就开始了，干嘛？你的麦克风啊？入镜了啦！好帅，亮哥。亮哥好帅哦。你声音都是觉得超小，那现在是我声音很小的意思，那我就只好这样。我不敢，他在问我这种问题，我都不敢拿。拿，可是拿。拿到了小心。你看他每次都他每次都会先问你，然后夹在嘴唇上。好啊，我上次看一个计程车司机就把麦夹在嘴唇上，感觉痛死。我看到的时候就啊，司机有点妙啊，司机。所以呢，看一下物品要说什么。苹果，一颗苹果。啊，我要使用是要按什么？麦克风。慢。我要用的话是按。啊，你就按下去啦。按空白键吗？对啦，你按下去没反应就表示它现在没有反应而已。完了，温泉的泡芙。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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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啊。要怎么可以按？胶带。你干嘛？你是没吃饱、啊？等一下我便当也给你吃。我会肥死。他们说很早的。哎，抠死！抠死！啊，按错。有钩子的钓竿，可是这样就不能用了、欸、啊！那我们可以去拿那个了，拿那个瓶子了吗？是是是。瓶，是我们的导播妹，导播姐，导播姐跑进来里面晃来晃去，来检查麦克风。来啦，拿东西哦。画面上没有导播姐吗？没有吧，怎么可能会有？你要把自己遮起来，然后把我们晒出。瓶子是先出去，先出去。这间是你们的房间吗？对对啊。对面嘛，右上角那间。这个，还是这个？啊、这个，对面那个。现在我们的生意如何啊？先存档。哎，学会了呢。是啊是啊。太神了！太神了！太神了！可是他们是灰子。灰字你就是过去触发啊，这个不是使用的。
抽了毒蛇的瓶子。干嘛？一咬到就会丧命。咬一口苹果，像毒苹果。欸、现在想想这还有白雪公主，白雪公主啊。然后毒苹果来干嘛？自己咬一口啊？哪里啊？不见了，它变成触发式的物品，就下面那个毒苹果。哪里我没看到哎、欸？下面。哦。请问我们要干嘛？可能要拿去给那个怪物吃了。哪里有怪物？我忘了。那个遇到就死掉了，哪来的几个？我懂，好像蹲在那边而已。哦，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害死他？可能让他舒服一点。这麦克风有问题。听到吗？这已经开了吗？喂，新的麦克风来了。我只是手贱，想要跟他说话而已。那你就手贱啊，怪我。是，没关系，因为我要架麦克风，我要先把它含着嘛。好啊。哎、欸，真是。Take 一下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可不可以关掉一个病菌？导播有另一个病菌，为什么 ？Why？你也就声音可以大而已啦。完嘞！要怎么讲？他们说，请处理两个背景音乐的问题。处理两个背景音乐，看起来应该是还有一个东西没有关吧 ？Maybe。那个僵尸在哪一间？我忘了。在那个最靠近楼梯那边上面那一间。应该可以了吧？现在我们的声音如何啊？跟我一样帅，么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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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自己开台会玩这种东西吗？我就不没有玩过别的游戏啊。跟现在这边没有关系吗？没有，只是想试试看。你今天找那个、啊，找那个。那个怪物，大面族。再搜寻一次。哦，我好怕，你知道这黑黑的，我真的很怕。啊，不会有东西冲出来下面、啊。因为我很怕怪兽啊。对，还没死。203是哪一节的？我记得我们那间204，我们要202，对面那一间、啊，我们原本房间对面那一间。我刚刚不是有去过啊？是有机关哦。啊，去那边找一下，他给提示了。这一句还好，他不会做一点鬼幽默。他一句就是柔柔和和。是。现在不是要去找那个谁的舌头？嗯，他有说吗？就是那个、啊。没啊，没啊。找看啊。那机关在哪？丢到暗。有啊，这里我刚刚才已经都按过。这里是浴室。来找，来找。好好好。来找，来找。现在大家表示声音 OK。声音 OK。就是那个麦克风问题。否。你要不要对他使用物品？还是不行？对他使用，我才一个毒蛇。对他使用毒蛇。对他使用猫布。对他使用胶带。对他使用一根火柴。没有用处。现在我不知道做什么。对啊，卡关了。他说有机关啊，可是没有。去一楼、啊。还是你在外面那个柜子那边讲话一下。外面的柜子。那个、啊。哪一个？门口那个。对啊。嗯。没有啊，没有反应。
噔噔噔噔。好，纸条上有一个线索。纸条上面写什么？打开来看看吧。这是写什么？伊格林安徒生重生之花。等一下哦，偷袭一下。格林安徒生重生之花，是不是跟那个？那个桌子下面的密码关系。哎，没有舌头女孩子。人体改造的书。格林安徒生三世重生之花，跟那个书有关系吗？我记得书的位置这里吗？那不是。就上一本哦，没有没有，就是有放书的那个房间。为什么是行？因为这是一开始男主角昏倒的地方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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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就找那个书的房间，在哪里？你说什么？就有一个房间里面有很多童话书，不是那几个吗？不是，还有一间，好像这一间，就忘记。对对对，有放很多书。格林安徒生，格林童话跟安徒生童话吧。你分得出来吗？我已经忘了，我以前分得出来，现在我。你以前分得出来啊？这边他说这种，这感觉就像他刚刚写什么？一格里，安徒生跟二安徒生三 and 四重生之花，重生之花复仇，看不懂复仇。看不清，他不是说这个拿来烧一烧会有字？我在喝汤。真的？好，有了，这样就有了。哦，所以底线不是，就底线就是意思而已。他怎么就一四五七九？爱丽丝。重生。重生之花是封信纸哦，二十一日，二十四啊。重生之花是二十四。二十四，这个密码关啊，我记得有地方有个密码是我还没有开过。在那个音乐盒之类的。格林童话跟安徒生童话不会分哎。对面那间单人床。单人床，对面那个对面没有单人床。然后那个好像在这里吗？不是，记得好像在一开始我们的那个房间。嗯嗯，我会听到那个我的声音从那边传出来，超你在外面对不对？嘿，还好我听不到。我比较记，因为我耳朵听不到啊，妈妈。听不到，听不了。你不是在找那个吗？右边有吗？忘记哪一页。就是在一个桌子下面。我知道啊。我只记得重生之花二十四，然后嘞，不是这一间，走错了。这里好像是这里。我发现原来它还有关门特效音。懂，它那个门的特效音乐好像都一样，就是就这样，其实浪费时间。没有多少意义。哎，他那个有一个那个嘞，是你刚刚在你房间是去找到底吗？嗯，没有。二四，所以这边密码到底多少？它有四个字吧，我没。对啊，最后他居然说三次，那就是二四。我不知道呀，那个乱七八糟的。那你有存档吗？还没，存不到。既然你都这么说。好吧，存档。我待会儿再。我真的觉得涂苹果真的是
太神啦！苹果咬一口，太神啦！是不是这里啊？是，就是这个啊。嗯，哦。不知道是哪一名。格林安徒生，2424。我把这个固定为24的话呢？前面两个，你跟我想一样，前面两个应该是格林跟安徒生的意思。那还是34啊，3424。为什么用3424？我就看那个顺序而已。怎么说？就照他们那个书柜的顺序来放而已。哦，所以你刚刚有注意看格林是第三柜啊？我不知道，就是猜猜看，猜猜看哪一边？1324，没有啊，都是错的，奇怪啦，这个到底是怎么玩、啊？格林安徒生到底什么意思？妈妈，哇哇哇哇哇哇，好像唐老鸭哦。还不懂？干嘛？我觉得二四应该就是说第三个跟第四个就是二跟四。第一个是格林，可是不知道他那代表的数字是什么。重生之后不就封禁子，还不就24？对啊，所以第一个跟第二个不知道什么数字哎、欸。因为我看到一个提示，水仙格林之恋，水仙格林之恋是什么意思？水仙格林之恋，就是他是说全部的花的数字嘛。然后去看，再去看那个书，那个书在哪里？我忘了。老板那吗？我是觉得每一间房间长得很像，完全记不得。对啊，那游戏房间真的好像。这里。水仙自恋，不变的心，纯洁。祝你幸福。格林安徒生。他这边没有写那个、啊、黑百合是复仇啊，炫、欸！你刚好试过1234吗？没有，1234也太简单了吧？他会有这种东西吗？那个爱丽丝是什么吗？勇于追求爱情，爱丽丝也是种花吧？再烧它。慢慢烧。安安你好啊！有人说9527，然后有人说2420是密码，可是为什么、啊？2420。为什么？对啊，你们都要捏完整，然后说你蠢的。观众意外。好啦，随便啦，反正他说几本安徒生，几本格林，可是现在分不出来。我怎么知道什么是安徒生，什么是格林？奇怪了，神去去哦！我并没有这么聪明啊，我小时候只知道三只小猪。好久没看2420。好了，你就2420了，错的错在马友，错啦！你看，你又捏错又捏不完整，哪来说你？妈妈，那7324试试看啊！7324感觉很古烂。他们说是7本格林，还有了3本安徒生，里面有一只靴子。好好，这样就对了。太神啦！7324，感谢7324。我们决定第732位观众，第7324位，对，的观众来，直接获得贝壳币100点。我们再重复一次，今天的第7324位观众。有我们的大鱼自掏腰包，没有，我是说同时在线的7324。看来是不可能。好好好，等一下，你刚刚存档对不对？有，那你就试试看吧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一个是头朝上，一个是脚朝上。这个脚朝上，穿着靴的猫。脚朝上是怎样？穿着靴的猫。
哪里啊？在右边，变灰纸了。哪里？纸条下面。其实是装在靴子里的猫。你可以再回去漏的，然后选另外一个吗？可以，我想看看另外一个是。跟我有一样的。默契。默契。这是什么？啊，十之失败的意思。化开了，化开了柔一的紧。接着咬着龙二。我龙。你死了！太神啦！太神啦！用苹果咬一口、哦，为什么要把它装在里面反而比较好？这样它就咬不到你了。哦、而且绳子靴子很臭吧？可是它是它，我们选的这个是头朝那脚朝上哎。好啦，我们先把它装起来好了。虽然我不知道把它装起来干嘛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有个烂猫了，可以干嘛？我们再去一楼找一楼。哎、欸，去看一下那本书哦。哪一本？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不是这里，就是那个啊，我记得还有一个穿着靴子的猫的故事书。哦，那个怎样？我忘了。你在想讲什么？没有没有，不是。穿靴子的猫。一只猫。然后把猫煮来吃。这不一样哎，这个故事跟原本的故事不同。我继续看啊。看一下。所以。还有个人听到了，等猫出门后，把弟弟杀了。塞进火炉，把猫皮撕了，然后将猫煮来吃，所以是跟火炉有关系吧？就火炉放在，是哦。Maybe 火炉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我记得有好几个火炉。胶带贴火炉，火柴盒烧火炉，一根火柴丢火炉，纸条先丢进去再拿来烧。哦，抱歉，装了毒蛇的。没有了，就这样。这边大概干嘛？那我们再去找别的。吓我一跳！看是大笑着。要死了吗？要死了！舌头将蛇收了回去。什么？你这样把舌头收了回去？天！火柴盒烧你。一根火柴。他为什么要收回去啊？露出了开心的表情。你刚刚用什么啊？湿毛巾。对啊。沾了毛同学的毛巾哦，然后吐出了舌头，还是对着吐口水，剪下了他的舌头。啊，那个舌头要还他、啊。耶、屁嘞，不科学啊！就是爱舌头，真的就是爱舌头。奇怪的剧情，这样也好了，还你舌头，有点恶心啊。他说，我忘记跟他说那碰过马桶水。好吃。作者的幽默。舌头回收，他是改造人。名著的女主人。奇怪的女人来住宿。他趁夜把我们夫妻绑了起来，然后做奇怪的实验，变成了改造哥，然后就变成了奇怪的老公。那个女人长什么样子？咖啡色头发，马尾。她给了我一个狮子布偶。Lion。如果丈夫还记得我的话，他还记得你的。结婚戒指。哦，我要去找他。记忆又被篡改。调查个水落石出的。然后又给了我多伦多奖。童话书里就有些不一样。哦，就你刚刚去看那个。哦，这样终于是解开了新的东西。我要拿左轮手枪朝那个火炉里面打，然后他们就会爆毙。爆毙！爆毙！爆毙！
一定会报废。我赢你。你们就话这样怎么说？你们将化为粉碎。粉碎。你们将化为粉碎。我觉得他是我的粉丝哎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总觉得他是我的粉丝。左轮手枪来干嘛？里面似乎没有子弹。没有子弹给我干嘛？就是要你找子弹。就是爱找子弹。那、啊、你现在不是要去找那个吗？瞪大眼睛看着。你不是要去看那个故事书吗？你要故事书看过啊。他现在说有一些不一样啊。最最开始就是那个啊，就是。你看到什么？他说就是那个薛定谔的猫的事情。就是那个啊，那个我、不是薛定谔吗？那个穿着靴子的猫。那你要再去看一次吗？好吧，反正也不知道干嘛。可是他一直跟我们提示203呢，问题是就203就只应该是他的对话而已吧，没有意义。嗯。好了，去看书博。哔啵啵啵啦啵，啵啵。嗯，走错了。哔啵啵啵啦啵。是201，然后左边那间是203。他那个排序还蛮奇怪的。什么东西？203就13。1324吧。对啊，下面是24啊。睡美人，睡美人上面写什么？仙子母。邪恶的女孩卡拉波巴。好，不然我们先休息一下哈。好啊，等一下再回来休息个分钟。好的。哎。放屁。放屁！我赢你，你们就将化成粉碎，化为粉碎。不玩了，他现在说要烧书啊，烧啥？每一个都烧一次啊！一根火柴，我要点燃白雪公主，烧起来，然后什么？他说有一些浮现哎、欸，他在上面写什么？汤姆嫉妒他的美丽。还有找到了浩姆躲藏的小矮人家，将小矮人分成肉块吃了下去，美味无比。吃了下去却发现美味无比，然后过了超人的过程中似乎多了几样。啊，原先要杀了美容，拿了一颗毒苹果给他吃。美容就吃了毒苹果之后，然后下去变得丑陋无比。然后下面写什么？只要躲在阴暗潮湿的洞窟里生活。哦，所以你要拿毒苹果给谁吃？是不是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你们一根火柴不见了。啊？一根火柴不见了，所以只能烧一次哦。对啊，阴暗潮湿的洞窟应该就是那个吧。可是刚刚观众说有三本书有问题耶，为什么只能烧一次？可能就是有三本书有问题，然后我们只能烧一次。就算有三个提示就对了。没错。瞪大眼睛看着，看屁啊！毒苹果给谁吃啊？可是可以用吗？不行啊，毒苹果是触发型的东西、啊。应该还是在讲那个吧。阴暗潮湿的洞窟，白雪公主在哪里？白雪公主在哪一个阴暗潮湿的洞窟？对，感觉就很阴暗潮湿啊，就是这个啊。先吞。哦，有哎、欸。哎、好神呐、喔！给你吃毒苹果。啊！射了。脑的模型。好，拿到一个脑。那我们看一下吧。哎呀。还有脑的模型，嗯，在纸条上面。
那个脑袋的模型，就很普通的一个脑袋的模型。化为粉碎吧！化为粉碎！化为粉碎！啊！化为粉碎！干嘛？那这里有事吗？有一个人化为粉碎，不见了。会不会外面有人在追你？没有。我们上一次出来是枪啊。反正他都已经化为粉碎。应该是又触发什么事件了？大概吧。脑的模型。脑模型呢、啊？我有看到说要给稻草人。稻草人，走啊走啊！稻草人在那个，那个，我忘记哪一间了。我忘记哪一间，这一间吧。这里，脑袋吗？谢谢你了。可是你已经拿到脑袋了。脑袋的模型啊。所以我们家就要找个脑袋放进去，所以还没完全好，对不对？阿兹，脑袋吗？谢谢你了。脑袋的模型，就要放个脑进去，对？可能要长个脑之类的吧。要怎么样才能长脑？这里哪里有脑？他们刚刚说那个叫声很销魂，你们有事吗？明明就很凄惨。这样你也觉得销魂？肉丸。等一下都不能拿。没有，我想说是。你说哪一次的意思啊？对啊，就拿来看啊，说不定会触发什么。哦，对啊，对啊。那好，我现在要脑袋模型的话，拿来干嘛？那个书真的不能烧别本哦。他就已经没有东西烧了、啊。所以你刚才有烧过吗？有啊，我刚刚烧了一本不知道什么东西，然后里面有火药，我就爆炸。哦，所以真的只能烧一次就对了。嗯。啊，那我们是要干嘛？不是，他其实看书就大概知道一些东西了。对啊，可是他不是会尝试之类的。他就是他有写到一本，就是狮子好像要吃什么，身体要有心，然后机器人要什么？机器人喝油吧。我稻草人要脑，那你不是说要脑吗？对啊，我们有脑袋模型啊，所以我们要让这个脑袋模型可以使用。别等他怪我。他不理我们了。他是说你没有机关而已。对啊。那我现在不知道这边还有什么东西。你在瞪，你把他手都拿走了，他很生气，生气。那也不是他的、啊。感觉那个纸条后面可以看，知道，但是还不能用。我们现在有什么物品，还是有什么东西还不能触发？哦，当初会死掉的地方都是可以用的啦。那现在就没有反应啊。腰带来干嘛？我不知道叫来干嘛。你对那个脚印说话。他每次会换位置说。移形换位。那可能叫煞气。没东西啦。有卡要关啦。听说是存档的好习惯哦，你觉得好习惯哦，好习惯哦，放屁，放屁！我才合，我才合一直可以使用，不然干嘛？哎，你有对火炉用过火柴盒吗？有啊，就不会有反应。啊，左轮手枪火柴盒。但每个地方搜寻是迟早会发现一些东西。我今天眼睛不太舒服，我都一直眨眼。你是眨眼哥？好吧，那我来跟观众聊个天好了。
很无聊。我觉得你聊了之后，他们更无聊。没办法、啊，那个小编就准备一些烂东西啊，不是我说的。好，那我现在问一下，为什么小红帽的胸是平的呢？大家知道吗？为什么小红帽是平胸啊？因为他跟你一样啊。我说要问大家为什么啊？你们知道吗？因为有延迟，所以我要等一下。嗯，真的看不懂现在要干嘛？为什么小红帽的胸是平的呢？为什么嘞？答案就在影片中。答案就在影片中。我都知道答案了，因为奶奶被太阳吃掉啦，吃掉啦，太神啦！你们好聪明呢、喔。到底是谁想出来这种鬼？因为他是萝莉，因为大野狼喜欢平乳，因为他是大海桃律师。哎，怎样？这个可以说话了、喔。你刚刚有看到字吗？是什么陶乐斯的什么、啊？我没有看清楚。观众怎么都那么强啊？因为这个几百年前的老梗。陶斯的望。陶乐斯的愿望。所以我们要去看那本书吗？有那一本书吗？有啊，那本书我看过啊。他写什么？那上面写说他们要去找什么什么东西，之后就被吃掉了。那就再搜一次了。而且刚刚尖叫声呢？那个尖叫声要干嘛？应该就是那个白雪公主啊，她不是说她吃掉小矮人，然后觉得很好吃，嗯，然后就后来吃毒苹果，她就变得很丑，她就躲在里面，那就是刚刚那个吧。对，不是我们聪明是你笨。对啊，对啊，我是笨呐、啊。对啊，我就是笨，才会出来。我就是笨。差点在这边打电动给你们看，妈妈。陶乐斯是哪里？我忘记。绿野仙踪。陶乐斯。回到奇妙的国度，然后去找恶魔城，回到原本的世界。最后机器人将陶乐斯的心，稻草人拿走了脑，狮子吃了身体，得到了勇气。可惜可贺，可惜可贺。所以呢，陶乐斯的愿望代表着什么？代表他回到原本的国度。所以，就是你要去找心啊。心。还有油，机器人说什么？机器人是心啊，稻草是脑啊。然后最后一个狮子吃身体啊。那我现在手上有狮子啊。你现在讲什么？狮子布偶。还有脑。脑的模型。可是我们卡关了。啊，这个狮子是要吃谁？吃它好了，吃不掉，吃那只怪物好了。还是你带它去吃那个稻草了？嗯，可能有点效果。稻草，你这边先试试看。不是在那边吗？左边，左边，下面啊，那个右下角、啊。我要先拉去吃那只怪物试试。吃它，吃不掉。吃化，没有反应。你带他去吃稻草人呢、啊、？I will try。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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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。你刚刚你直接对着稻草人使用脑袋，可以用吗？稻草人脑袋是无法使用的物品。那个狮子，不行，没有反应。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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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。翻越。各种卡关哦，吱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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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吱，所以陶乐斯就有被机器人拿走了。啊哈哈哈！难怪不理智，你哪心身体缺身体啊？那去哪里找啊？等等哦。你可以切换角色吗？切换角色？对啊。不行，没有技能。装备，哦，他们还有树脂哎，这样会有树脂，太神啦！
状态。那状态真好。可是这样没有办法让他打怪升级。那个左轮手上的意义是什么？哦、oh, ，然后我跟你们说，因为今天我们要抽奖啊，所以我们 coin 进来，你要先告诉我们通关密语。那我再等一下跟你们说什么是通关密语，要注意看哦。哇，搞得像综艺节目一样。对，这是导播 Q 的啊。导播。没关系嘛，这一定是小编设计的啊。哎呀，那也是理所当然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是啊，是啊。我来看一下那个。可以借我给你现在那个脚本吗？啊，我来看一下通关密语是什么。通关密语。通关秘密。这个通关密语太神啦！神啦！好啦，我再来讲一个笑话好了。天哪、啊，那个哪叫笑话？那是废话。冷笑话。废话一箩筐。欸、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笑的，请问小白加小白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小黑。请问两个小白是什么嘞？卡住啦！在我们卡关的时候，跟我们说两个小白是什么？小白。因为让我想睡觉。这是观众说的啦。好，通关密语我还没跟你们说好不好？小白兔啊，答对啦！有人说白白，小白兔啦。白白听起来蛮可爱。因为两个小白啊，白白相加在一起等于小白兔。白白。我的妈呀！真是太有趣了，这个冷笑话。我现在是不是要找辣还是什么东西之类的？对啊，可是问题是这些都已经搜寻过了。对啊，我没有辣，请给我辣，请给我辣，辣，我要辣，睡美人，就此过着。刚才可不可以烧？看起来就是哎、欸，可以了、欸，还可以点燃哦、喔。好，烧哪一本？刚才你看到一半没有字的那一本是睡美人吗？等一下先记录。好啊，好啊。你用火柴盒哟。用火柴盒就可以烧。哦，他说里面还有两根火柴。哦。嗯。哎、欸哦，你要爆炸了、欸！又要爆炸了！哇！烧错就爆炸，所以不会有那个烧错你就卡到死的问题。是啊，是啊。就是你烧错就爆炸，你说烧错就爆炸。那我们看一下故事。哇！其实只要让我看起来很诡异的烧了就对了，只是我懒得弄，我就一个一个点。没关系，直接点啊，国王的心。哇！炸！这样省得看他爆炸还是。这是哈。烧，这是什么？不一样。有了，有了。多了几行字，上面写什么？事实上，猫早就看穿了哥哥们的伎俩。其实哥哥们说的不过是一个佣人，他上面写他们哥哥们杀的不过是一个佣人和野猫罢了。最后，穿靴子的猫拿个一袋的金币回到了家中。回到家中，所以嘞？所以嘞？所以嘞？请问，所以嘞？表示是猫身上有金币吗？可是他现在是狮子啊。再烧烧看别本，花月公主烧过了，啊，就是最后这里了，烧绿野仙踪啊，不对吧？好啊好啊，烧，你们一根火柴烧小红帽，烦死了，烦死人啦！卖女孩的小火柴，烧，灰姑娘。哇！烦死了！烧绿野仙踪，你当初也是一本一本烧，是啊是啊，这比较快啊。对啊，不然你看完然后再决定你又烧又蹦。绿野仙踪出来了，恶魔，
对，我们刚刚看到一本。也找到了恶魔。将机器人与稻草人和狮子一起放进火炉里燃烧，所以你刚刚有那个陶乐斯，那个要把这三个丢进去，最后合为一个，又变回陶乐斯，但他们三个就从此消失。哦，然后呢？所以是什么？稻草人和狮子。所以你要先给稻草人拿脑给稻草人啊！你身上有狮子啊，还缺机器人啊？机器人是谁？然后。机器人不是啊，还要什么身体吗？对啊，这样烧全部都看过了再乱说，我都没看到有新东西。哦哟，所以猫要找金币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关键道具啊。对，那个猫看透了伎俩，拿着一堆金币回来，就看我啊！大爆炸！大爆炸！可是我们现在卡关了，没有东西可以触发了。妈妈，这条狮子布偶，卖鱼的卤蛋，想吃我的鱼吗？去寻找吧。我把我的鱼都放在鱼室。我是你爸，去卖火柴。灰姑娘家暴内容，看到时很好笑。现在要干嘛？又要开始死命搜索？你要他们剧透一下吗？当然透啊！这个不是我在玩，这个是大家一起玩的东西。是啊是啊，那大家给点提示吧，我们各种卡关欸。就是爱捏你，要捏就捏完整啊，不要捏又捏错，然后再说错。肯定错还是我蠢才认真。气死啦！我没干嘛，然后就要被人家说蠢，而且他们说机器人是不是改造女孩？我不知道欸。不知道欸。所以我们要去轰掉那个女生吗？对着她用左轮手枪，安开你枪，里面没子弹。让我想到那个张惠妹的歌，那就左轮手枪是她给的。是啊是啊。恩将仇报。肉丸子，可是肉丸子就会死掉、欸。肉丸子没有东西触发、啊，直接对话它会那个，它会死掉。我现在就是稻草人跟肉丸子可以触发而已啊，已经没了。我也这么觉得啊，可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。可是好像还有东西没有弄出来。Maybe， 我觉得跟那个胶带有关系啦。胶带哦。因为那个胶带拿到很久了。哇，你对胶带贴任何东西看看。贴肉丸子。没有，让狮子吃肉丸子，把左轮手枪里面塞满肉丸子。让装了毒蛇的瓶子吃肉丸子。好，全部没有用。OK， 这个肉丸子是没有效果的。这里呢，这里呢，你刚刚不是在那边发现了纸条吗？有提示欸，上面可查什么？我没看到啊。没有啊，你是说这个对不对？大家都觉得提示，其实按下去它是一个门。这就是玩家当下跟观众的差异。是啊是啊。因为我营造的是门啊，所以我不会去调查它。那、既然你们都说了就都调查，还是给你们看。之后过了半个小时就会有人再讲一次。那边有个纸条啊。太神啦。那就是实况的力量。这就是实况的力量。然后预录了就不会遇到这个问题了。想想当初啊，是因为人家预录了影片才开始想玩实况，这才发现玩起来跟预录差太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预录你是已经弄好的了，就丢出去，不会有一些 life 上面的问题。变成说有点像导演在拍片那样。就已经是拍好给你看的东西，而不是还可以剪接上特效，把一些冗长的东西剪接掉，就有那些狗屁东西就可以做出来。然后如果是 life， 就像这样讲，卡到死，大家跟着你一起看。对啊。然后要捏不捏的，要捏还捏错，还骂你蠢。你干嘛这样啦？给我们一点那个提示啊，妈妈。不要哩。自己想办法，然后你费尽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自己找出来了之后，那个玩过还会呛你说：“哼，找那么久。”人活着要挑战，才有意。他那个什么不算好玩，好累哦。怎么做都要人生有挑战才算好玩。人活着好辛苦，真想 stop it。他说：“大人被卤蛋传染了，崩溃，好想有吗？”原来这边有东西了。存档，存档。
是因为我们刚刚就是把它梳都烧过了吗？有可能哦。用木材翻那个猫啊，那个猫痛啊，那个猫什么声音？继续翻下去吗？我说很痛啊，要不要拖进去了？哦，被拖进去了。只好放猫了，看样子。我也这样觉得，只能够放猫的一个地方。我的猫，谢谢你。那给了我一堆金币，太神了！耶，给了我金币。那你再跟他看一下，能不能再跟他说？金币在哪里？下面一个，这个看起来十分值钱。十分值钱。那你再跟他说话一下。没有人没有反应。啊？什么？这样火炉跟猫都已经完成，然后嘞？火炉跟猫还有什么？我忘记有什么提示了。现在剩陶乐斯啦，有钱啦、啊。现在剩陶乐斯的那个东西。那你拿钱？两个人拿钱去砸陶乐斯。你那个壁炉是刚才那个吗？不是，不一样的东西。那你去找陶乐斯那个壁炉给他钱了，或是跟他说过。陶乐斯的壁炉会想要钱？就是有人壁炉写陶乐斯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我忘记不是在另外一边了，我也忘记它确切位置。这个你说的。你应该知道，知道。你应该知道我在说哪里吧？我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知道，好，你知道。那我们以后都说知道。知道。哦，我觉得我的芝芝好痛哦。为什么坏掉了吗？就那个啊。是这个吗？好的是愿望。是。东西是画没凑齐，那就还是要去找机器人啊。妈妈。还找什么啊？哎、欸，你跟他说话，拿起来还是会被特别吃掉啊。对啊，我们现在稻草拿不拿不起来。对啊，烦耶。所以现在干嘛？我的龙二啊！龙二啊！看肉丸。提示：勇气来自花语的花。哎呀，花语啊！勇气。提示个屁！你直接讲出来不就好了？奇怪。没有，我刚才就说叫他们提示啊。那你不叫他们把全部攻略讲给我们听，不就可以吗？不管啦，我们去看一下那个花啦。啊，好烦哦！你就不会直接讲说去哪里就好了？还提示？抱歉，是我讲话不。勇气来自于我的大芝芝。哪里有勇气？哪里啦？哪里？这里有没有？下一页。下一页啦。有啊，爱丽丝十九啊。爱丽丝十九。勇于追求爱情，所以嘞。所以我们要。我们要去看爱丽丝的那一本书。我们吃爱丽丝哦。爱丽丝是谁啊？爱丽丝。爱丽丝让我有先进了。走进了兔子洞。原来只是梦一场。我要让他吃这个，没反应了。兔子洞在哪里啊？他说找花哎、欸。有花哦，哇！在德语下面结几缕灰，叫做爱丽丝。找给我看、啊，哪里看起来像花的东西？这个、哦，你这花、哦，狮子咬一口。没有花了，没有花。他只说花哎、欸，我们那个花语是在哪里看的、啊？花语就刚刚那里啊。他说三十二是琉璃草，草人那间花瓶。啊？三十二才对啦，三十二是什么？哪里有什么三十二？哪里？哦，你要骗我，哦、爱丽丝，你会不会啦？抱歉，就是你在胡乱我。我眼馋了，他说什么草人那一间的花瓶，就是爱胡烂，抱歉，他被你误导。花瓶够够，被你误导，你要体谅盲人哦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是，我现在光哪里有什麼花瓶？左边有一个花瓶啊，这个是琉璃花，左边啊，哪里啦？左边那个，这个，这个啊，哦，原来这个是琉璃花，第二个。屁啊！这之前调查没有反应啊。对啊，第二个没，就现在才触发、啊。对啊。第二个啊。对啊。对，花瓶真的花枯萎了。然后嘞？然后嘞？你看一下花干嘛？让它吃掉吧。啊？对啊。是哎、欸。
带着琉璃、啊。那个玩具布偶跟我变身啊。然后嘞，他说那个花快要掉了。他要用胶带粘起来，粘着啊，然后就变成了无法使用的物品。好啦，然后嘞，我们现在有一只，我们有一只烂狮子了，我们没有机器人，也没有稻草人。稻草人说。没有新的人、是要按佛、还是因为那个花瓶之后才可以？我不知道，谢谢。有脑袋的草人玩偶，好嘞。我们没有机器人啊。那我们再去那个刚刚那个火炉一次好不好？哦，我的王就是在这里。我不知道哪一间。会忘记，完全遗忘，不是这一间。应该是上一间啊，你继续往那个小门这样走。喵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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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歉，完全错误。啊，你是那一间？啊，不就这一间？就在稻草人上面而已，没踢。而且点燃他們。可是你的机器人到底是什么、啊？你已经有机器人了。我不知道，使用了打火石。我们什么时候打火石？有啊，哪里有啊？哦。然后你先存档啊。记录。好可怕哦，妈妈。果然是有新地区。这边写什么？书。啊，这边写什么？对方在于死亡或迷失，然后身体会调换。你会调换啊！炫，千机给他。噔噔噔噔。这音乐好可怕！你可以射人了。一颗子弹，我要把它 reload 上去。reload。只有一颗子弹的鲁伦。存档。这是谁？一尊骷髅战士的模型。他要砍我，就是爱砍你。嘿，将金币给了骷髅战士。有钱能使鬼推磨。你跟他说话。这个作者非常的喜欢。我突然想到有钱能使猪跳舞。好多血腥味哦。我们得小心一点。接下来看看那个。原来走到底。可是他说把金币给左轮的女孩哎。所以你的金币被偷走了吗？什么叫给左轮的女孩？就是那个舌头女孩啊，她有吗？我刚拿金币的状态下去给她对话，有没有反应啊？哦，再给我一次。他们说他们一直玩不出真结局，所以有分结局哦，好啦，结局就是你要去做不一样的事情，你才会有那个、才会分结局。有危险的，快点！就一颗子弹。什么叫做做不一样的事情？就是哦，他怎么突然暴冲？还有个老板家的小妹妹，小妹妹有危险了。龙二拔出了手枪。可恶，你这个魔女是屎吧？人生大失败。或者我是我喷血。你要不要存在下一个？他很不见。你有三个人哎、没有，不知道。然后嘞，这是魔女、喔，就是那个是谁提到的、啊？就是那个舌头女孩啊、喔。王姐，马尾。啊，姐姐她会动了。你不能碰到手印是不是？不会啊。但是把我绑起，就是弄起来而已嘛。好，它突然变亮，然后嘞，逃离了。跟着你们好吗？这就是好可怕哦，大概是那个吧，大概这个小妹妹跟那个女的调换了身体，所以这个是魔女。
束了。破了，小心上路主人。对啊，你看。嗯。你好聪明呢、哦。这应该是普通的那个吧？普通结局 ，The End， 破的。好啦，不然真结局是什么？好想知道，可以剧透一下真结局吗？八成就是真结局是狂跟尸体说话，出现变魔女哦、喔。出现变魔女，你刚有存档啊？有啊。啊，不容易漏回去。我没差，耐心有玩博恩就玩家了。等一下，其实我没有耐心。我没有听到。抱歉。可是我已经记录过去了、啊，所以就不会有那个了。好，然后我现在跟大家说通关密语喽。通关密语就是，我怕我讲错，我再看一遍。就是，好啦，贝赖卤蛋好棒棒，这是小编写的啊，无所谓了。所以通关密语，请回答卤蛋好棒棒啊，棒棒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准备近20分钟的广告。就是爱棒棒。对，然后广告回来之后就会接 call in 回答问题，要记得回答通关密语，然后再答对问题，你就可以抽奖咯。就是爱棒棒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卤蛋吧，这边那个能不能一直跟他说话？没有啊，应该你没有。他们就是说疯狂跟他说话啊。我已经很疯狂了。你在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。哎、欸，你刚刚是不是还没跟那个小男孩说话？跟那小女孩说完话，应该就没了。可是你要先跟她说，接把她接起来，才能跟那个女的说话。然后嘞？你说啊。小。你那继续跟她说。然后我们刚刚就没有再跟她说，换一个角度。不行啊，已经无法对话。无法对话。哦，你们在那边骗人！我要看真结局的。应该跟那个钱有关系吧？可是他们刚刚是说疯狂跟他对话、欸，可能跟那个钱结束之后有关系，然后再跟他对话。你说哪一个钱？他们不是说那个金币要拿去给谁？那个舌头女孩啊。阿兹，阿兹。啊，就这样子吗？对啊，应该就这样。好、啊，想要看自己去玩好不好？多、啊、给这个作者一点支持，不然、啊、我觉得这个游戏无聊。好啦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休息20分钟喽。再见。上面蝴蝶姐，好啦，我们等一下要进行 call in 哦，但是在接 call in 之前，我还是要跟卤蛋来闲聊一下。莉莉卡，莉莉啦，你讲错了吧？应该是霹雳卡，霹雳啦啦吗？贝贝鲁多什么？哎、欸，它、啊、上面的蝴蝶姐，但下面为什么你把它弄掉？它那个松松的会掉下去。哎、欸，快点，观众跟我讲一下那个小魔法哆瑞咪的那个密码是什么，好不好？小魔法哆瑞咪。小魔女托比米吧，不是吗？什么贝贝卡，什么贝贝鲁多，我已经忘了啦，随便了，不要那个不是重点。我们现在就是要聊天呗。好，节目最后呢，并不会送出任何序号。我上次开炉石就这样，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开石棺，然后我在送 key 的。有啊。然后我那个时候开炉石，意外涌进的人比平常多。然后就很奇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想说是不是有人以为我们这边会送去啊？所以我就特别强调了一次。然后人有变少吗？没有，还是一样多。但他们就是来看你玩。没有，我觉得他们一开始是想要去哈，然后跑进来看，就听到之后觉得这样出去很丢脸，就继续看下去。他们又不会知道。我哪知道，就都跑进来了。再重复一次，节目最后并不会送出任何序号。哦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等一下。霹雳卡，莫莉娜贝贝鲁多，我已经忘记那个完整的。等一下，他们那个什么霹雳卡，霹雳啦啦，你不要，我想要，你有没有觉得很好笑？霹雳啦啦，霹雳卡，霹雳啦啦，波波莉娜贝贝鲁多，你们还记得哦？你要模仿舞台啊？没有，因为我很爱看那个卡通。以前小时候我也爱看。你要来变身一下吗？很久了。下一次你就这样念一念，然后就变身换一套服装，穿 AKB49。好难穿啊，那个超小件。那请那个制作人帮你买一件最大件，好不好？买单。
超大，那戴一个蝴蝶结。买了你会不会穿嘛？不会，我就很想给。哈？我就很想给。不行，你要不要穿？不要啦，烦死了。我想看哦。是啊，哦对啊，今天好像注意到有些人是来看六探跟鸟屎，再重复一次，节目的最后他们也不会出现。你好贱哦，并不会出现。我听到小编大笑，他们这辈子都不会出现。他们昨天回家要讲什么心得吗？还是现在不便透露？没有，我们就是很简单，就聊自己的东西，并没有聊关于这边的事情。是啊。你的窗户很大，有的时候会有东西白白的东西飘过去啊，有的时候会有人脸贴在上面、啊。妈妈，好可怕，那楼22层楼哎、欸。无所谓啊。而且昨天那个鸟屎在看自己的那个 get cool 那边腼腆，我觉得超好笑的。那不是腼腆，那是尴尬。那个这是尴尬吗？你就是你平常自己做一些奇怪的事情，那就算了，还好。被人家拿出来要 replay， 对，而且还在你面前放，更难过，就是众人看你做白痴事。所以他觉得很糗，就跟我的搜索一直重复播放一样。我觉得还好啊。那是你啊，如果现在放你代打那个影片怎么办？那个不一样，那是很哀伤，好不好？一样啊，就是一直看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我看我其他很好笑，我自己有时候会看了还会笑，你知道吗？我自己看也会笑，可是大部分的时候很尴尬。哦，好吧。你如果平面在放你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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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会觉得很烦。你看。妈妈一直 replay， 一直 replay， 好像然后还会搭配一些奇怪的東西，我大概会无眼吧，甚至还做成歌。好，啊、那我们现在要接口音了，我不要接，我不要接，给你接啊！我要按关机，关机，快点！我们今天送的奖品有卤蛋的自拍照，还有卤蛋的自拍照，还有卤蛋的自拍照。再重复一次，刚刚讲的都是屁话，不可能的。还有贝壳币和大鱼的自拍照。好啦，接了啦、啊，喂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请说我们的通关密语是什么？卤蛋好棒棒，答对耶！啊、yeah! 人家明明就答对了。好，然后嘞？那你问他问题，你挑一个问，你会不会看不懂他上面写？会，底下这个字超乱。然后我们现在问你奇怪的问题哦，那是由于字很乱的关系，我可能念得很奇怪。那你看不懂再叫我问。刚。按照顺序，按照一二三四五六来问。你收看的节目是什么？收看的是 Life 麦卡贝啊，这样是对的吗、嗯？这样好像不太完整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要念完整是不是、嗯？完整。你好，欢迎收看。好长哦。你刚刚讲的是对的啦，可是后面要加副标。等一下，我搞错，我给你一点提示，现在是看麦卡贝没错，然后今天的单元叫做电玩名人堂之叉叉叉叉四个字，我们的那个宣传小图上面有宣传小图。对，你刚刚开脸书到麦卡贝，然后今天有大鱼跟卤蛋的照片上面有写，有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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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突然打过来，我吓一跳，我应该接到、啊。突然接你吓一跳是不是？那你要 pass 吗？没有，等一下。好，再给你三秒。大鱼那个当当卤蛋当家，啊、错了。答对了，你硬要没答错了。好啦，不然恭喜你答对。那然后我给你看一下我们抽奖的画面。天哪，还要给人家看？对啊，对啊。那我先把这个关掉好，我按忙碌好了，因为它那个框框跳出来有点手残啊。抱歉，技术上的问题。哦，原来有这么多啊！妈妈，妈妈，等一下，我按不到忙碌。你要先去按忙碌，然后再过来。好好好，关才有用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好，那你要我跟卤蛋谁来帮你抽？卤蛋。好，你就连那个。共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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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忘记跟你说规则了。规则就是三个里面有两个一样的那个选项，就是得奖的内容。得奖的内容，得奖内容哦，你是说要两个才行？三个里面有两个一样，像是贝壳币，现在三个对不对？等一下，它会乱数跑，只要出现两个贝壳币100，你就得到了。然后，如果三个一样都是贝壳币100的话，就 double， 就是200点。哦，是的。哦，好，好，卤蛋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归零，噔噔噔噔，出现一些电视机，出现一些人就坏掉了吧？归零，哇哦！为什么我要做那么怪？归零。啊，没有。
好了，归零了，抱歉，什么都没有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这样接下来就不会很想call了，大成功。好，我们接下一通啊，点击了。好好啊，归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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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包皮 go 好，我要接。接芋头好，没有看过。Hello， 芋头你好。长得好帅。喂，你好。喂，请问你的大头贴跟你长得一样吗？哎、欸，还蛮像的。哎呀，我就知道。好了，换你问了、啊。等一下，你还没问他通关密语，你问他。你问，请问你今天收看的、啊？不是。啊，请问通关密语是？哎，卤蛋好棒棒！这样子你也讲得出来。如果是我就不抠进来了。还知道答对了啦！好，那我问你问题哦。我们刚才上半节目在玩什么游戏？游戏名称？对面那间单人房。对面那间单人房。恭喜你又答错了。哎，你很喜欢这样骗观众哎。没有，是说真的。好，那你要我帮你抽，还是卤蛋帮你抽？哎，大鱼帮我抽。好哎、欸，太好了！归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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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可是你知道这其实很难抽，压力很大。归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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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按下去啦，不急啊！我按了。你要跟以前的那个观众一样，归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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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差一点。哈哈，没有了，抱歉。那个第一个是钢龟，第二个是卤蛋自拍照，第三个是大鱼自拍照。所以抱歉没有中，不过这也是好事，你不会抽到奇怪的自拍照。好，芋头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感觉他好落寞。太神啦，我也觉得。他是不是没有中？等一下，我们会不会今天都没有人抽到？我觉得他是我讲了两个奇怪的词之后还没有中。那你想要抽哪一个啊？随便来，随便按。哎、欸，我看到妹子哎、欸。他挂了。他挂了、欸。你讲好好悲伤，这个小兔子，接啊！这小兔子昨天看过了。Hello， 扣兔兔。对对对。喂 ，Hello。Hello， 哎、欸，来，请问一下，通关密语是？卤蛋好棒棒。啊！你又答错了。哈哈哈！大鱼讲的不对。答错。好了，没有啦。那换第三题，换你了没？就一样的题目，就你问其中一个。我们刚刚有讲过什么笑话？对，你还记得吗？啊，笑话、哦？对，嗯，就很冷的。有一个跟你现在这个还蛮相似的图片。卤蛋大棒棒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恭喜你答对了。等一下，你真的要算要答对吗？我不知道，那你们自己决定。但没有啊，你看你现在那个名字上面有两个兔嘛，所以是什么？小白兔。答对了。你不觉得卤蛋大棒棒反而比较好啊？好吗？没关系，就算他对啊。好啦，那你要我帮你抽还是卤蛋帮你抽？我可以直接指定大鱼的自拍照吗？他说什么？他说可以直接要你的自拍照。当然不行，要抽奖啊！啊哦，那大鱼帮我抽。好啊，归零。我要抽。然后如果你是参赛者，你就要十万。等一下，抠兔兔，你要自己说啊！你要说十万，快点。归零。快点啊！我要听你的十万才要点啊！天啊！当年那些参赛者是怎么一回事？归零归零，可能是一种现场的气氛吧，大概吧。恭喜你获得卤蛋自拍三张，这样你也算换吗？太神啦！他问说可不可以换，当然不行啊，抽到什么就什么。看来我只好拍我的双下巴给你看。好啦，扣嘟嘟，谢谢你哦。好，好开心哦，拜拜。拜拜，哎呀，这很开心哎。这个是伤心欲绝的开心吗？乐极生悲。好好笑哦。你要记得哦，你还要接什么？我脸好酸哦。随便接啊。跟你接，我写一下。好，你自己写。归零。算。好累哦。好事。归零。当年那个节目好像是什么中文台，我也是中文台哦。我现在很讨厌看那个频道。为什么？当兵的时候就看，这个总就在看过。
然后这个是我朋友哎，接接接那个 D 呢？喂 ，Hello， 归零，十万，请说。你倒也不要十万，喂，请说。喂，大声。哎，他好像有声音呢，很小，有啊，很小声。请说，哎，请说，今天通关密语。大声点啦、啊。喂，你好。好啦。通关密语。啊，那个卤蛋含棒棒。耶，答，这到底要什么？答错了。关掉。十八禁耶，搞什么？还没十二点啊。卤蛋好棒棒，好，大失败，这种话你也讲得出来？开玩笑，不要脸皮呀、啊！好你啦，好啦，那我们来问一下你问题哦。好，那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剩下最后三题，请问龙二头发的颜色是什么？紫色吗？答错了，挂掉了。错了，怎么办？大失败。有点接近，好啦，那再见。你要这样放弃哦、喔？放弃哎、欸。其实我刚刚没有看，我觉得那游戏蛮无聊。啊，真的，我也这么觉得，可是我还是把它破了。对啊，对啊。好啦，謝謝，所以你要滚蛋了吗？好吧，再见，謝謝你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。只好把名额让给另外一个观众。归零。金鱼，不要好了。金鱼挂了。被锯喵。这个也挂了，哎、欸，有嘞、好。归零。Hello， 贝俊喵。归零。喂。请问。哦、你要归零吗？我也要归零。那就挂掉。请问通关密语是什么？卤蛋好棒棒。啊，恭喜你答错啦、啊！下次如果真是这种通关密语，我就不录。你跟小编说啊，我就出去踢掉哥。你这曲是什么通关密？好啦，问题跟刚刚那个一样，你刚好踢吗？龙二的发色是什么颜色？好像是黑色哎、欸。啊，恭喜你，又错了。妈妈，你们没有在看啦、啊？这个是根本没人想看吗？是啊是啊，抱歉啦，小编这个太难了。好了，那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好啊，蓝色。好，恭喜你。哎、欸，一定是有在捏。有啊，各种捏，好不好？我看聊天室。好啦，反正好啦，就是这样啦。那你要给我抽还是给卤蛋抽？你抽好了。好啊，好。归零。那你抽好像运气中率比较大。十万。你要一直练，一直练。对，超好笑的。你要念啊！有嘞。第一个是贝壳币100点，第二个是大鱼自拍照1张，第三个是钢盔。归零。抱歉。哇，这个又归零了，大成功。谢谢你。其实这抽奖命中率也蛮低的嘛。贝俊猫，谢谢你，拜拜喽。这命中率比我想象中低好多。刚刚怎么还会抽到你的自拍照？太神了！而且刚刚在外面抽超开心的，然后直接一开始玩的时候什么都中不了。哎，你还要抽哪一个啊？随便啦，给你选呐。然后下面那个好不选。哪一个？有一个很少的那个。这个。马上就是你在意，喂，关掉。喂，双手举手，安安。喂，有听到吗？有，你好。你好。卤蛋好棒棒。他已经直接喊了卤蛋好棒棒。好，那直接问问题。你问吧。我来看一下最后两题哦。啊？啊、哦，我看懂了，小便字好丑哦。丑的啊、哦？怎么拿到舌头的？我们刚玩游戏的时候怎么拿到舌头的？这题还蛮难的。怎么拿到舌头的？其实我刚刚在打撸啊。哇，大失败！那就只好退场了，再见。再见，拜拜。再见。这是公平起见，让有细心看的粉丝真的可以拿到烂奖品。哎、欸，你觉得我要接这个吗？
这是谁啊？还是算了。这是谁啊？好，王者无名好。Hello， 王者无名。又是谁啊？因为 LOL 有一个人叫王者无敌，你知道吗？有一点点点点印象。很久以前。索拉塔那个吗？嗯。哦，那我就知道。Hello， 王者无名。喂。喂，请说。滚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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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太久了，真是太远了，这至少30秒有了。是，哎、欸，王者无名啊！他不想理你，挂掉了。我要把你挂掉喽。再见。喂。哎、欸，你发现了、？Hello。再见，你就出现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在看那个直播，没有注意到这边。有啊，我没有听到。那请回答通关密语。卤蛋好棒棒。好。那我们直接跳问题，请问我们刚刚在那间对面那间单人房中怎么拿到舌头的？怎么拿到舌头的哦？就把湿毛巾擦在画像的脸上，然后剪下来。哇塞，你真的有认真看嘞！给你拍手啊，太神啦！算算算算。好，那这次换卤蛋来帮你抽。好，我超爱卤蛋的，卤蛋我爱你，我不爱你。你怎么这样破坏家人对？哦，过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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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觉得自己车上中一卡，还是过零过零过零，耶，两个干姑大成功，大成功，阿内有送吗？没，就送了。好了，再见，拜拜喽，拜拜。公平起见，干姑就是干姑，是不得异议。好，我们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啦，非常的简单。我的命中率真的这么低啊？我就已经有开始认为我们根本不想送。那你自己抽一次。我自己抽一次好了。好啊，抽到不算啊，抽到就给我了啦。抽到就给你哦、喔，好啊，还真的中了、欸！谢谢谢谢，有一百点了。等一下，请问那个小编哥，你真的要送卤蛋吗？廖哥人最好的，欸、其实运动率还蛮高的。小编说叫卤蛋吃屎，你先吃屎。看来只好等一下去拉一坨新鲜的给他吃。给你选了、啊，快点。好了，我看一下。嗯，哎、欸，挣好多钱啊、哦！我是你妈妈，好好好。妈妈。妈妈，妈妈说话，我挂了电话。喂，喂，喂，请说。喂，你好。Hello， 请问通关密语是？通关密语是卤蛋好棒棒。好，太神了。你又答错了。好了，回来。好啦，最后要问你个烂问题，你还记得我们刚刚开个箱子吗？开箱子是的密码。密码。七二，哎、欸，啊，七二三四吗 ？Nope， 哎、欸，差一点点，再最后一次机会哦。密码，我想想，我现在最后一次机会哦，差一点点。七二，嗯，七二七二七二，你在那边七二，气、嗯、死啦！七二，七二三四，你再七二我就揍你。七，哎、欸，等等，我想想。七三二四啊，答对了、啊，终、yes. 于啊 ，yes， 好开心哦 ，yes， 想认准。好、啊，那卤蛋帮你抽一张。yes， 好，我爱你，卤蛋。有鉴于他刚刚抽到了100点，可是我觉得不可能再抽到了。好吧。可是廖哥不给我。你再抽到再说嘛。那如果再抽到的话，廖哥就给100点。自肥啦，自己抽就有，抽更多抽都没有。第一个笔仙会哭，第二个大鱼自拍照一张，第三个噔噔噔噔坑龟。好啦，所以你也是龟里啦，大成功哦、喔，大成功。好啦，谢谢啦，谢谢你哦、喔，拜拜，拜拜。这种烂节目可以持续多久？哎、欸，我现在喉咙好累哦、喔。我觉得从明天开始就没人想看。他们是想要看鸟蛋，鸟蛋，你有没有在看啊？鸟蛋应该是没有，回去跟他讲好了。我就回去加鸟蛋。怎么办？你们合体叫六个鸟蛋？气死了！杀猪，暴毙！
你讲话，我崩溃啊！崩溃再回来。我现在笑到不可自拔了。杀猪！妈妈的眼泪啊！你就是杀猪。很难看。好啦，我觉得这好玩，再抽一次好了。我觉得我要中了。好好笑哦、如果这个中三个的话，廖哥就帮我出钱，就这样决定。好啊，好啊。我看来是没有，真可惜。换你，换我抽啊、哦。你如果抽到三个的话，廖哥也帮你出钱。好啊，好啊。廖哥人最好。廖哥三个是不太可能出钱的哦。应该是干姑干姑干姑，干姑干姑就送你一只乌龟吧。抽啊！哎、欸，那夜市随便就有了，还是钓金鱼啊，还是偷金鱼？明显很可能，看来这命中率实在是还蛮低的嘛。是啊，你刚刚抽到还蛮神的、欸。真的，我强。你刚刚每次干嘛抽半那个观众就可以拿到？我不知道廖哥不给我，怪我。好啦，哎、欸，那请问导播，我们今天是那个call in就到这里吗？还是晚一点还会再问？哦，我们最后还会再问一次哦，所以大家认真的收看节目内容。用这种烂方式来我观众群吗？有够低级。会有那种像刚刚什么从哪里拿到舌头啊，还有龙二什么法色啊，真的是有够低级。哎，所以我们刚刚决定是要继续玩 PD 图，还是要玩？然后先玩一个 PD 图这个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是这个吗？右边呐、啊哦，那个、这个、对对对。然后玩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找人家连线。是啊。对，而且这是新账号。新账号，帅。其实我们有东西没有开，这样直接进来，大家应该都猜得到。哎、欸，然后刚才那个，我听到新的最新消息，最后的那个。因为由于几率太低了，所以我们等下 call in 答对问题的观众，每个人都可以拉霸两次。那不是一样拉下两次也是控股？没有，但是如果你中了就那样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你中了就不会再拉第二次了，好吗？哦，我觉得拉两次反而比较好。这几率实在是有够低。是啊，我快笑死了。奇怪，刚刚一开始在讲的时候，我看他们拉得很爽啊！哎、欸，这怎么玩啊？不然让我玩好了。你玩，你先找我先，你要先知道怎么进选单。我现在连选单都看不到。好，可是这个……哦、你要选离线模式啦。离线模式、哦，你要选 solo， 对。只能用离线模式玩。啊，我要，它是用 WASD 吗？对。这个滑鼠的帧数太快了啦！你去设定啊。那个跳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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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滑鼠是按哪一个啊？那个有个厘米度，这个吧。嗯，这是增加嘞。嗯，能找到声音。哦，好慢哦。嗯。哦，对了，等一下这里游戏有影片，我们先进一段影片，先进一段影片。大陆翻译叫收获子，收获子太神了！不会翻译成杰西日？杰西日为什么会叫杰西？今天 PF 四上次也让我玩，那是什么游戏？那个、啊《战地风云四》啊。昨天不就当当？昨天是因为人太多才会当当的嘛，而且是我们最高收视的一次吧，大概9000多人是不是。之前统神来的都不是很多啊，统神来不是听说我破万？那是一开始啊，嗯，就是他好像比较少露面那阵子吧，啊哈，对不对？后来就还好，嗯嗯，超过3000人看就会顿顿的吗？也太烂了吧！天啊，真的假的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这个那、啊、这样人数上不来也是理所当然的、啊，一上来就顿，谁要看啊？是啊，哎，按什么珠宝店啊？随便选一间来玩。为什么灵敏度还那么高、啊？我不知道，你刚刚有没有按完成？哦，没有哎、欸，要按完成哦。嗯，抱歉，恐惧。可是我刚才已经有调过一些啊。哎，可是他只有返回啊。啊，是哦，嗯，就返回吧。你要不要先去安全屋？我记得有一个 safe house。嗯，你找看一个安全屋，那个我记得有那个新手教学。是是。对，
玩一下。那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游戏？这个游戏呢，就类似那种四人合作达成目的的游戏，那目的就是抢劫、抢钱，对，就这样。还有很多种关卡，而且简单的就是抢抢银行啊，抢抢商店啊。啊，我觉得这游戏不太友善啊，因为你刚开始玩，你一定就跟低能儿一样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干嘛。不然呢，应该要怎么样进入状态？就是你要先，我觉得要先去连线模式跟一些人带，带了之后你才会知道这游戏到底要怎么玩，不然这游戏玩起来很困难。我可以不要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要哭。嗯，这个是新手教学模式，你照着他说的去做就好了。任务目标触发进入安全屋，里面那边就是安全屋。这个对，然后它有分两个模式，一个是行走，踩点模式，就是在这个模式下你是就像个平民走来走去而已，没有要干嘛。然后你可以，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就是一般平民，所以警卫啊什么都不会去，不会抓你就对，对，不会对你有太多的那个动作。被人打电话给你，好啊好啊。然后进去里面一点，好，反正就是这样。然后之后你会有戴面具的模式，那个模式下你就可以开始犯罪。接电话要按什么？你要找电话，然后靠近啊那边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对不起。你看是有方向问题啊。然后是接，反正是新手教学模式而已啊。这边就是你的安全屋，在这里就是你的藏身点啊，你跟你的队友的藏身点。那这游戏反正就是你选什么任务，然后达成任务目标，离开那边就结束了。对，算蛮简单的。可是它目的很简单，玩起来很困难，因为敌人很难搞。敌人很难搞，你就很难杀掉吗？对，敌人都是警察，然后他警察会从简单到困难。简单的就是那种警卫啊，或者什么东西拿防狼喷雾或者是那个小手枪的。那后来会出现像什么 FBI 史瓦特都会跑出来。还有，反正大家是看星星决定难度啦。你看这是面具，哦，我也好想戴那个。面具戴上之后，警卫看到你就直接进行，就是触发攻击了。然后你要去喷出去，我按错。然后摄影机照到你也会触发战斗。简单讲，这游戏就是你要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抢完银行，然后逃离那里。真的假的？感觉很难欸。最好的情况，那、啊、当然你还是不好死不死被发现的话，你就战斗。出去啊？没有，现在你要等，你要等他都丢东西給你。拿上入门套件啊！你要看啊，往上看啊，啊后退一点往上看，来了。我、哦、来了。需要去捡。Take it up。F。F。按住。扔到桌上，然后就反正照他任务目标走就好了。任务目标应该不会很难吧？他图标明显。那怎么按呢？你要靠近那里啊！你离你的目标点太远了吧？哦哦哦！我以为是前面那个桌子、啊。天啊！我眼馋了，妈妈！把它丢上去，按 G 吧。哎，右边不是有血吗？然后拿点钱，你要按 F 可以拿钱，按 F 可以拿钱，你要瞄准，嗯，这样就好。开枪。它其他的操作方式就是跟一般射击模射击游戏一样，但它目的就是抢。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任务，像什么就是火力冲突啊，运送一些非法物品啊之类的。你要放东西在那个上面，给正义女神钱。正义女神钱，真的好了。嗯，门就会开。I'll show you a secret。我现在干嘛？当然，你对这种游戏很陌生嘛。他没有给我提示啊。下面啊。后面门不开嘛？妈，抱歉啦，我真没看到。没理由啊，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简单的东西啊。我知道他会帮我开门，但是我刚刚没有看到門。嗯，你要就是四处晃一晃看一看。
Cameras. Best of the safe house. The money is here. Your spendable cash is piled on that table. If you get enough, maybe we can. 这是补充子弹，子弹包。要全部剪吗？不用啊，现在这边就是新手教学而已，没有要干嘛。你可以这边原本是给你测试你武器的地方，是，就你有钱，你可以来这边打打打。嗯。那我们可以去打架，不是抢钱的吗？你好像完成这边的任务。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这边就是简单介绍一些东西，这是开锁，有一些锁锁住，你要这样开，他就会帮我开了，你就会把它打开了。哦，好酸啊！像这种东西都跟技能有关，你如果技能后来强悍的话，它会开比较快之类。对，然后有一些因为会影响到你被发现的时间。没错，它这游戏有分四个技能组，那四个技能组分别对应四个主角，不过其实玩家可以随便选，就看你要玩哪一种技能。是已经开了吗？没有，就是装那个电钻，在电钻它旁边那个蓝蓝的一幕显示时间到才可以装开。然后那种电钻是有几率坏掉，你要回来重新打开它。所以像这种门，就是你在初期就是这样子钻到死，很慢很慢很慢。所以就只能等啊。只能等了，而且这段期间因为它声音的关系，有可能被发现。那如果被发现的话就容易被触发警报，触发警报就开始，你要一边防御这个，一边跟人家打。辛苦啊！对啊，这游戏在最初期的时候也是痛苦。可是你要等，没有，现在没有要干嘛，这就是新手教学而已，他只是教你就是这个要怎么用，你可以不用等它结束。啊好，妈妈它好慢啊。就是那种就是门，那你看那个门上面有不同的标记，就表示不同的开启方式。像是什么？这种就是一般的门锁而已，纯粹你这样按着它就会开了。你看，你听到这个声音，就表示你的那个电钻坏了，你要回去修它，再重新开始钻。我要怎么？只要这样弄就可以修。靠近按住 F。而且它也太吵了吧？对啊，就是因为它这个声音很吵，很容易被发现。是钻的声音还是这个声音？都会，钻的声音跟声音都很大。然后它后面有技能，就是减缓这个音量的东西，可是我觉得没有意义。不然你就拿去加强什么？这个后来通常大部分玩家选择放 C4。C4 是什么？C4 塑胶炸弹，那个是很后期的技能。这样很强哎！有那个之后，你什么东西嘣一下炸开，你就可以撤了。哇塞！就可以就是轻松很多这样。然后它当然也有那种，就是你看像这个螺丝起子，就是开门的那种，这个要开很久。然后用炸就是你说 C4。对，用炸就砰它就开了。可是有一些东西，它要求一次放很多种 C4，很多个 C4 它才会开。那这种就是比较简单的，一个就可以炸开的。你说我玩那个连线会被电斩？会啊，拜托，我又不会玩。这个不会不会不会，因为这个不是对战，这个你玩连线就是你会拖累队友而已。那我可以不要理他吗？他真的好吵。可以啊，你这边就教学而已，可以早就可以不用理他了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离开这里。你要去大厅那边按那个网路的那个东西，然后玩玩那个对战。这边是你的钱。大厅，我要按什么？你要直接走去大厅。不然你按 Yes 应该也可以离开 Safe House。你只要看有没有右上方那边找一个离开。结束游戏，重新开始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要找结束游戏。这就是你的角色。我再调一下。有点瘦。那我要离线模式。没错，这边就会显示出你这样的节奏。太神啦！你可以拉滚轮，让它小一点。然后下面的星星就代表这游戏的难度。那我先玩最简单的。星星一颗是最简单的。哈哈哈。就是打珠宝店，珠宝店算简单的。可是你要两颗困难度，那这个会比较难。真的？它有分星星跟骷髅头，骷髅头越多就越难。所以骷髅头多。那星星跟骷髅头是分开的吗？对，是分开的，分开的。是啊、哦。你星星越低就越简单，可是你骷髅头越多就越困难。像你这一颗星星加两颗骷髅头，其实算困难的。对初期来讲，其实最好是不要有骷髅头，对。非常难。对，因为骷髅头会直接 double 你的赚到的东西。
所以它会很难。这个时候你就是踩点。妈妈，我跟你说，我遇到一点 trouble。现在是踩点模式，你就是可以走来走去。妈妈，我遇到一点 trouble， 我想去上厕所。你想上厕所？就交给你了，我要去上厕所了。厕所哥在借。抱歉。抱歉。那我们就现在来迎面而来了一个警卫，那个警卫会对我们起疑，所以最好不要离他太近。Careful with the people。对，然后这边有那个这个门不知道有没有防盗锁，就是有那种金属探测器，经过就歪歪叫。其实这游戏自己玩的很无聊，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要干嘛，然后很多事情做起来不方便。这游戏四个玩家。朋友一起玩最快乐的，超开心。那珠宝店，珠宝店应该算是里面最简单的玩法之一，因为它只要冲进去，东西拿一拿就可以撤了。我要给我这难度玩高，再加上我现在戴眼镜，不好打，不好打。这是一个。臭民众，跟观众长得很像，然后肚子也很大，然后六碳，不理他。那你看这 UI 的右下角就是我们血量跟我们携带的东西要子弹。那你现在走进去，我是不知道还有没有金属探测器了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就直接触发战斗了。好，没有。他这个金属探测器也是随机的，有的时候会放，有的时候没有。那你现在进到这里面，就是基本上你如果要玩的比较有智慧一点的话，你就是要控制民众，然后打死那个警卫，再加上不要被摄影机触发，不然都很麻烦。摄影机这游戏里面最困难的东西之一。我这一切刚开始，其实我现在也不太敢做事情，因为很麻烦。算了，直接打。这个是被发现，可是还没有触发警报。触发警报跟被发现是有差异。像现在是你是，就是所有的那个民众都会知道你现在要抢银行，但是只要警报没有被触发的状况下，就不会有警察来。所以就只能抢多少算多少。Don't move. 那个金蛋好使。然后外面那两个是我的队友，那两个队友就是蠢蠢，他也不会干嘛。然后现在就是抢东西，就是。然后你要把它拿去那个我们的店里面，可是这样已经来不及，因为里面的那些人等一下就会起，他就开始惨叫，应该已经被发现了。触发警报之后，敌人就会开始警察就会开始靠过来，那你就必须要一边防御一边抢东西。车子是跑了，警察来。把警察打死。游戏模式就只是抢劫而已，抢多少算多少。那这种游戏就不会被列为那种保护级游戏，因为我不觉得有家长会认为小孩子看了这个之后就有办法去抢银行，当然也是有。Everybody down！ 其实现在就是打，非常的不知道干嘛，自己玩这个实在太无聊了，太无聊啦！抢钱。Down. 这种人质是可以打的，可是你打就扣大量的钱，就会违背你的游戏目的，所以其实很少有人会去杀人，太伤了。一个人抢老半天才赚个几万块，杀一个人就扣3000。但也是有人钱多到不知道干嘛，然后拼死命的杀人。这个游戏我已经玩到有一种就是。不知道自己要干嘛，它的关卡很少，
而且它这是右键按住，瞄准模式，那其实可以切换。所以我就这样吧。啊，绿绿的是我们的血，然后白白那个是护盾，护盾是靠后期强化，不然像现在开两枪我就告诉你。这个跟 AI 玩的最大好处是 AI 超耐打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我现在看不到任何敌人，我画面好黑。右上方发生黄网的时候，代表敌人会主动攻击，会有大量敌人涌入，然后主动朝那边接过来。如果右上方没有黄网的时候，敌人就是会站在原地发呆，偶尔看到你射两枪而已。要倒喽！这游戏有补包跟那个弹药包，现在要靠职业去塞。那种两线的状态下会出施瓦特，施瓦特其实新手打起来痛，因为他们很硬。那要完全就是要倒。那这个好像没有 TK， 可是你打队友会喷血。完全不知道敌人在哪里。然后还有民众会在站在火线之中站起来，然后你打到他就扣血，实在是一件白目事。倒啦！这是民众吗？哦，抱歉，我把一个民众打死，我扣了很多钱，然后就是被打倒。他倒地有分两种，一个是你还可以反击模式，另外一个就是完全倒在地上。反正打在地上，如果没有人来救你的话，就会被关起来，就是类似复活等待时间。那个其实很久，那个大概三分钟，两到三分钟吧。那现在其实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完成目标，因为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到，然后我拿不到任何钱。好像拿个六包还是四包才可以完成这关任务。我现在我不知道我在哪里，我不知道敌人在哪里。我这样靠敌人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开枪。这是人质吗？哇，这个好像也是人质。抱歉。超级斯瓦特，好，我没子弹。这是反击模式，就是你倒了还可以攻击，不过你如果在这个状态下再受几次伤害，你就完全倒，像这样。不过有人救你可以爬起来就是。Rio， 哦，两个队友都倒了，该结束啦。这是一款不友善的新手游戏。说之前因为我玩这个，然后很多玩家好像也想要买，就是怎么讲呢？不推荐，这自己玩实在是太无聊了。就像这样，倒光光，连最简单的模式都可以倒光光。然后大鱼大概是老赛啦，这样就结束了。好啦，我们先进一下广告，等大鱼回来，再见。傻笑、欸！亏你刚刚说我去捞赛、啊，你不是就是去捞赛、啊？完了，我从昨天开始就这样。好、哦，我刚刚出国回来的水便，你好，你很烦嘞，你闭嘴，我把你麦关掉、哦。今天呢，就是大家期待的人也没有来，然后序号也不送，因为录音都烂问题。结果主持人又落赛，刚刚又玩了一款烂游戏。干嘛这样啊？我从昨天开始就落赛，肚子很痛啊！悲惨的礼拜二，哭哭。大家最不喜欢的日子就是礼拜二，因为有麦卡贝。所以我们麦卡贝什么时候会有机会征求到那炉石的 key 吗？
你是要送 key 啊？对啊，对啊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要看看他们有没有那种意愿吧。哦，好吧，那我们现在来玩一下炉石好了。而且我觉得他现在送 key 来不及，他好像开车也没多久。你说你那个公厕哦？对啊，我记得好像他说十一月初嘛。那你要打什么、啊？你打好了，我觉得。我吗？我在这边乱玩之后，不然你帮我组一个比较万用的牌组好了。六哥应该有组吧？你问看，他有没有组？小 B 啊，你有组牌吗？哎、欸，他制定法师二，然后就用法师去打。现在就法师猎人跟牧师最讨厌。好，等一下我玩烂，你就给我一点提示哦。没有，我现在可以给，因为我在家都玩猎人跟牧师。法师房没在玩，可是我觉得法师的牌组很强、啊。究竟会排到谁了？现在最方便就是牧师、法师跟猎人。猎人星，我那一天抽牌抽了大概一半以上都是猎人牌，我就果断玩猎人。那好玩吗？不错啊，他攻击性很强。值得一战是说，那每次都抽一样的、啊。他一定是给值得一战的对手。你看，马上就出现一只牧师。暗度一，那叫 bug 是玩家吗？应该是吧。你要先把，你看你场上摆四，我看一下啊，四都先换掉。四好小、喔。四的都先换掉。它是同一张牌、欸。不要。第二那个二的是什么？对一个角色造成伤点伤害，并使其冻结。造成冻结任何手下造成的伤害。这两张换掉，第一张跟第四张换掉。因为这两张初期没有用处。好啊，好啊。其实你高阶的应该哇，这个完蛋，这是超烂棋手，比原本的还烂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其实比较好，可是还是算超烂棋手。然后对方就是超好棋手，开场就有这一张。黑张走受伤啊！我可以用宝石，然后放这个吗？还是不要？这张是什么？没有用处啊！哦、这是寒冰术哎、欸。对，你这张放出去的用处不大，所以就直接结束怎么样？对，这个是一个悲惨的棋手。自制棋手日，大失败棋手。因为你棋手如果没有超过两张一二的，那其实就是烂棋手。因为你一开始牌都丢不出来，然后等到你可以开始丢牌的时候，人家就带一堆血，是不是？要不然就是对方牌件多了，那你就开始猛抢。你看他可以直接顶。而且他这一只最强就是在这里。你看他自己干嘛？他补自己。其实有一些人很好，他会先顶你一下再补你，再补掉了。真的假的？我遇过这种玩家，后来我还是输了，很好笑。我是不是没有用处啊？你用这个去点他的那个，也没有用处。你用这个去点他，点可以吗？然后用你的被动技，不是用你的被动技，不用，对，用也不用去点他，对。哦、然后结束这回合，烂棋手怎么用烂打法？是啊，好可怜哦。然后已经开始叫出一些比较强悍的角色，然后你还是什么事都不能做啊！妈妈，雪上加霜，再来一张烂牌。我看一下哦，继续烂。你现在要三点吗？对啊，你把幸运币丢出去，然后放那个抽牌那一张。好啊，丢，然后放抽牌。对，看你会不会拿好一点。好，像你下一回合就一只嘲讽帮你打。太好了，终于有救了，妈妈。可是我觉得意义不大，他大概会去顶你一下，然后补他自己再抽一张牌。是啊。好了，现在狂怒，我在补他，然后他就可以再抽一张牌。因为他第一张角色的关系，对，他第一张角色的能力是这个样子，补血就可以抽牌，只要他有任何一个手下受到治愈效果，就可以补一张牌。哦，不过他这样选择顶你就很怪，他把你顶死。对啊，他再放一张，哦，但他生命值恢复。他牌也太多张了吧，各种抽哎、欸。因为牧师是这样，他可以很大量回复自己的牌组，然后在前中期没有办法顶他，你就只能等死。所以我觉得你这场应该结束了。哈哈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很友善。Hello， 谢谢你。我看一下，这个时候你就四点可以做什麼，就只能叫嘲讽了啊。对，你现在只能丢嘲讽，没有用处了。
刚刚一点是干嘛？叫死亡之身，他就是在死亡的时候对对方全场造成两点伤害。全场？对，对方的全场。就是，那就只能丢嘲讽。你只能丢一张嘲讽，然后就没事做了。然后等一下又被打，又被补血。对，然后他们可以各种抽牌，他们可以抽牌，然后狂怒，烦死了。然后他直接使用真言术。他怎么直接死啊？因为他的那张法术牌的能力就是这个啊，会直接造成一个攻击力某个点数的角色直接死亡。嗯。你看他现在越来越快乐，然后我们越来越痛苦，这就是超烂棋手大失败。这个牌组太痛苦了吧？我觉得也不是牌组问题，是运气问题。是啊、哦，就是真的运气太差，一开始点到这种烂牌，就是这个游戏本身运气很重要。这张牌是干嘛的？嗯，造成两点伤害。然后对个点造成两点伤害吗？没有，他只是说造成两点伤害。对，那应该就对个点造成两点伤害。那我们现在五点，我们没有嘲讽，这也是对敌人两点伤害嘛，放死亡之身，我们必须进化，为他造福，增加他的战力，这样人家比较难顶他，而且顶他会造成死亡之身，所以他如果去用你的北领去顶他的话，其实也不会这样，他可以补他。死亡之身是，死亡之身是直接对英雄打两点，没有对，应该是对方全场吧，我没记错，是英雄吗？他要讲英雄吗？对啊，敌方英雄，那应该就只有英雄。烦不烦啊？够了！生命牌掉，然后点两点，再补他，还有再补一张牌。牌根本多到要掉下去啊！这就是牧师现在强悍的地方啊！他可以一直一直去补充自己的手牌，只要你初期没有办法克制他，所以猎人才会说是天敌，因为你初期就可以很强悍的去拼命的去顶对方的牌。这游戏怎么玩呢、啊？就是靠点运气啊！这么补血啊！我们就运气不好，对方运气超好，他初级就拿到很多比较简单的牌。他那个第一张牌已经用到现在了。那张牌就是那个啊，你看像我们一开始如果拿到这一张的话，就不会，就现在不会这么痛苦。可是现在我就已经来不及。这张什么？我是大鱼鲍鱼，结束这回合。这张呢？对，全部敌人造成两点伤，他病死期冻结。冻结战力有多少？有嘲讽哎！嘲讽现在丢没什么用，一下被打掉。因为你丢出去就会死掉，先放暴风。啊！然后对方有剩一滴血的吗？没有，三二。那这样也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现在我觉得现在也来不及，他已经把他的牌组弄好了。他们冻结了哎！剑无虚发。他讲话的声音好好听哦、喔。剑无虚发，听说是力争配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假的。力争啊？对，听说了。真的假的？但实际上谁配的，我也没有去研究过。这就是终极烂棋手。但这种棋手会这么烂呢，跟主牌的人也有一点关系。小编，棋手越好，主牌的人就越好；棋手越烂，主牌的人就越帅。哈哈哈！太神啦！这个烂棋手没有办法，运气问题。妈妈，他是好了没啊？你只能打个谢谢。我想想，加入谢谢死亡，不死亡后加入。这张牌是什么？我没看过。这张牌是什么？小编看不下去，他竟然自己玩哎、欸！屁啊！你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战斗。你真的要进来玩吗？我不会介意你露脸啊。我也不介意，我可以借你墨镜，我两副。他说下一回合，你是说这一场还是下一场？他下一场。下一场，好好好。真是太久了，他就会有点重来。好的，我们暴风城骑士在这个时候出来了，用处不大。这是写多少？四。四哦。一。四二。这张应该可以烧他全场。对，全部死光。四点嘛。先烧掉好了，不然我们没办法。然后，我来试试顶他一下 ，OK。这样就重新拿回了一点点点点点的优势。是，因为实际上他接下来会丢什么东西，我没有办法预料。可是他手上牌超多的。对，他现在其实丢什么东西？然后放了一只333的嘲讽熊。还有一个死亡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牧师喜欢放这一张牌，莫名其妙，明明是牧师却超爱放这一张牌。放来，他是这一张
这个叫什么师傅怪是吗？对，全部造了两点伤。就是他死掉的时候，整个场上都会造成两点伤，包含他的怪跟他自己。哈，这有什么好用的吗？就因为放下去之后，他死了等于全场造成两点伤害啊，那全场都死光光，然后还可以补自己，所以等于他没有受伤，但是他场上、哦、对。然后这个我们要先抽牌，希望你会喜欢我的发明。对，抽一张牌哦，嘲讽哥来了，再选啦。我们现在体力要多少？六点嘛，六点的话，六点这个当什么？造成三伤害，四级冻结啊。三伤害，四级冻结，二五。那我们要先放一只嘲讽上去，先放贵的。让我们想想。然后他写多少？四嘛，可以顶他。我来试试。啊！射了。而接下来也很麻烦，因为他手上的牌一定也比我们好很多了。哦，他要用痛，哦，这就睁眼入死，会直接把我。他应该会选择这张是什么？加三生命，加三生命。那老林上流啊！烂棋手没办法、啊。是啦。真的，然后我问他现在手上的暗元素应该很多了。造成三，随机造成三点伤害。哦，这好像没有办法造成多少破坏力。这血是剩一啊。对、嗯。你可以用你那个。这样先把它举。都得。因为我们没有法术，我现在才发现我没有法术强度牌，然后我法术牌都还没出来。可以干嘛？不知道。可以干嘛？廖哥、啊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廖哥的牌组。廖哥超级牌组。廖哥表示每天都自己玩。自己玩。是暴风城的力量。今天叫出来，然后顶爆我的，再补他，再顶我，他要赢了吧？我觉得。要赢。我现在血剩多少？剩十一点。我现在血还有十一，我以为我快被顶掉了。这样是。造成三伤害，冻结。并冻结。两伤害。2.72。我现在体力是多少？12。嗯，这样也不好丢。让我想想。让我想想。因为没有牌可以丢了，老实讲。现在这样丢不好，就只能。嗯，然后放这个。我有一把很大的枪。我有一把很……等一下，哎呀，糟糕。啊，这样可以取消。他可以取消，他写成多少？四。四吗？哦，可以先把血丢。我这张血就二嘞，这样其实很浪费。好，没关系，算了，反正我也没有血丢。你把它点掉，我会死掉。我有一把很大的枪。哎、欸，他还没死啊？还有一点呢、啊。你刚不是跟我说他血多？我说三点啊。好吧，这把好。哎、欸，可是你太狠一只。攻击力的怪兽，就因为这场已经结束了，棋手这么烂，我们后期又没拿到好牌。妈妈，这游戏好难了。结束了。啊！好了，廖哥要亲自上阵。廖哥，噔噔，欢迎廖哥。来看廖哥自己来玩会不会强一点？好啊。你们很菜、欸。屁呀、啊！你那个烂牌组出棋，这什么鬼东西都没有。来，廖哥亲自上阵。平常廖哥有在开台？不用，我用滑鼠就可以了。啊，你叫滑鼠就可以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亚洲钓鱼网。什么亚洲钓鱼网？他当年是个几百人，现在还是个几百人。那看他有没有改过自新，好像没有。花了三天三夜组了这个超强牌组，竟然被你们玩得这么烂。不是，你什么东西都没有打出来，你有没有看到初期错那四张烂卡？真是让我气死人了。屁。来看看你有没有运气好一点。让我们看一下。开场就一。我们就组了三天三夜。三天三夜有屁用，不是烂。你不是有抽卡？我有抽啊。你抽卡有比较强吗？差不多。可是听说上面只是上面有一个黄金，就是变成钻石，这样镀上去好像卡。没有，那是金卡。其实那个金卡就纯粹只是看起来比较漂亮。但是功能上没有比较。没有任何差异。那你买干嘛？没有买，就是卡片又变多，钱多吗？比较快，对我钱多，好钱，没有你多，没有你多啊啊！原来如此，不愧是廖哥。怎么搜寻那么多？他觉得你太烂了，不想给你打。真的，不会吧？会了。
大鱼有玩过吗？有啊，我只有自己在家里不是有玩，我只有玩教学玩玩而已啊，因为我还没有空玩。真的哇！还有骗你，我在打喽。我觉得这游戏牧师根本就是超级牛，这游戏超多牧师啊！你看，你但这一次运气还是有点烂。不会啊，我觉得这样就够。我觉得前期是一个没有意义的，这样我就不用换卡。好好好，直接上就够了。来看你看廖哥怎么打。好啊，让你输了之后，你就再捐给麦卡贝1500，果断抽卡。抽卡。可是这也说你在玩，其实对啊，所以没差。账号就差你。我先结束这一回合。好好好。让他先准备一下，我问他如果你看他也动不了什么东西啊，因为他手上这个时候也是烂牌啊，你没看刚那一场他多有没有，我罚蒙地精马上就打出去，这跟运气有关，你还打不出去会不会打？会啊，我会打牌啊，你会打牌，那你现在要不要轰他一下三 D？ 不行啊，我魔力不够，怎么轰？可以啊，你现在有一啊，你有一血，你可以轰他。那个是留在后面的，你懂不懂？好，先让你留。人家出牌的时候我再轰他，再屌打他。太屌了，好像很神耶。然后他这次也是烂牌，这种烂东西工程师上去，他只是要多抽一张牌。没有没有，是因为他现在只能烂牌起手，没有意义懂吗？你看，你又抽一把烂牌，你说轰他一点就要结束这回合。不会啊，我用这个法术轰他嘛。你现在才要轰他？我当然要先整他嘛。你看，这边轰他一点嘛，然后麻风第一再打他，屌打一下嘛，然后火焰再丢他一下嘛，各种神啊，太神啦，神机制啦，太神啦。神啦，马上就点掉他两点伤害，而且他场上是清空的。这种鸟打、啊，不愧是廖哥。他这个时候使用了幸运币，他无论他会召唤出一只嘲讽。没有，我下一局的话，我就四点啦，你要把他轰掉，挂嘲讽上去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时候你使用，这时候我就挂我的金盾大师嘲讽上去，他就不能打我了嘛。可是这个时候你也不能打他啦，你要结束这回合。没关系啊，我结束这一回合就好。对不对？不愧是廖哥，下一回合用火球吊打他啊！好，对对对对，太神了，太神了！他叫他顶你了，他白痴要顶我，他要补血，他补血，他要让他补血，他要先顶你的补血，就让他补血。好，你看，哎，他又不补血啊？他到底要做什么？然后他这时候放了另外一张卡，无论是什么真言术盾，哎，他又爬车回去。那到底要不要出牌啊？果然是真言术盾，果然。最爱放真元素，这种垃圾牌，太神了，太神了。然后他现在就这个真元素，然后你的垃圾牌就爆炸，没关系。好，再来看看刘姐，刘姐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出了三三牌啦，加攻击力，放上去嘛，加了一点攻击力上去，不止加一点，应该是加了加一点一，然后把它换掉，嘣，然后一颗火球再把它换掉，它就爆炸。哎，太好了！哎，就结束了这回合。对啊，太神啦！他二四哎，各种吊打他，太神啦！太神啦！啊，然后这个时候他放出了补血歌，一补就是两滴血。哦屁！那他补没有关系的。这个时候你有了炮兵歌啊，我继续炮兵歌打吊打他，来先打他一枪，打他一炮，隔壁的再跟他换掉。哎，各种划算啊！你要再结束这回合啊？对啊，这种没办法出牌啊，根本放不神啦！他的主力牌到现在都没有出现了，太屌啦！哎，他想不出，应该没招了，因为他现在出没有背手卡，他是出奇烂牌哥。啊！来清场一哥，清场一哥，好，现在大家都一样，大家清，大家清。现在你又可以叫出来打他一枪，哎，打他一炮，哎，打他一炮，射在他脸上，再用火球，再打他脸，哎呀，又结束了这回，太神啦！你们两个，不愧是我们廖哥，太神啦！各种神啊，25滴血啊，对，25滴血，各种吊打，可是也血也剩不多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们的法术没有什么用啊。对他这个沉默是一个笨蛋，不知道沉默个屁，不知道干嘛。我看他手上已经没有怪物牌，他是没招了吧？对他应该没有怪物牌，没关系啊啊！我想让我仔细思考一下，让我看看啊！我知道，我懂了。先行，你要先召唤个扭牛啊！我觉得召唤这个，我要用火球性。你用火球把它点掉它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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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来嘲讽，先来增加盾牌，然后点掉它的小烂猫头鹰，小猫头鹰点掉，再射它的脸，再打脸，哎呀，太神啦，太神啦，又换它，又换它，我比这个牌比我们刚那个好多啦，太多了吧，这明明同一组啊，对呀，你们看抽了，刚刚的前运超差的，真元素死，马上就让你，哎呀，好，你这样就没盾牌，他有盾牌，没关系。
啊，接下来怎么办呢？这个我就跟他换掉比较好了。好好，你先来，先我先抽一张，先工程师先抽一张。喜欢我的花名，好，你这样子你就盾牌了。来，我再看一下，这个一定要跟他屌打换掉，屌打他一波，砰！啊，我球再 K 他一发，哦，砰！来完之后再放个超级盾牌，超级头痛。哎呀，就结束了这回了，太神了，太神了，这种屌打。打到他为什么？这种牌组跟你们完成就因为刚刚这么差，差太多了，没办法拿。在旁边看不下去，各种看不下去啊！你也不看看你一开始就拿到什么牌，我一开始拿到什么牌？哎、欸，所以他把你的牌偷成他的哦，偷成他不要紧啊，偷成他的没问题的。火球一轰，他就射了瓦解了。哎呀，太神了嘛！太神了！接下来你要召唤你的超级盾牌吗？我想想看，奥特。好，这样你又一个盾牌上去，哎、欸，然后再顶他脸，哎、欸，再烧他脸、啊，各种标，哎呀，要结束了这回合，太神啦！他应该是没什么，他应该是没有招了，无论他准备齐全，他有点真严肃，这么多啊！我真是觉得这个游戏这么故事真的太 OP 了。然后他的主力牌终于在这个时候跳出来，兵狗手头上啊，然后再增加他的战力。哇！惨了！血量突然之间变成哇，太神了！六六滴血啊！惨了！想个方法，接下来一定要吃掉这一只，有点危险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六发终于放一把了，马上就来一个清场牌啊！还没有死，这个东西太危险了，一定要表，一定要换掉，好，果断换掉，这种东西一定要换掉，太神啦！不换，对不起自己，因为他等一下一补就又抽牌一张，太恶心了，这东西。然后他现在使用了什么？补血，然后又揍你。顶、欸，他选择是顶你，而不是顶你的本体。哦。然后现在你又拿到一张烂牌，你要怎么办？你觉得哦？再烧他，先给他一个暴风啊！先给他一个暴风，好，先给他一个暴风啊！再度扫场，再扫掉一只。再召唤一个野猪上去，对，长牙，你的长牙就这样冒出来了，他应该也快没招了。无论这个时候，他就开始绝地反攻了，他叫猥琐教主 ，OP 呀，顶你的脸。无论他就会选择顶针，他会顶我还是顶你？觉得？无论他会顶针的。哦，这个时候他的超级补血牌光束拳出现了，好，马上先把你烧掉，补他自己的血。哇哇，他现在26哎，好，你马上就被清场了。看来我神奇六哥有球啦！看来我们的局势又回来了。看来我们神奇六哥又要没屁用了。我觉得这暴雪应该要改版啊，这人太 OP 了，各种牵拖了，技术太 OP 了，怪东怪西不怪自己，早就要改版了。这种东西怎么还回是回来这里？哎，我听你放屁，你不是说你很强吗？三天三夜牌组一下子就烂掉了，前面还打这么爽 ，OP 了。啊，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？先放一个烂盾。我想想看，我先放个烂盾上去。放个烂盾。哎、欸，又不放烂盾了。我觉得还是先抽，先看一下抽到什么牌。先看看抽到什么牌。哎呦，又抽到一只烂盾。你现在有两个烂盾，一只烂盾。放烂盾吧。要放烂盾结束这回合。然后对方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先补血，然后抽一张牌，再准备顶你。各种扯哎、欸，我觉得游戏真的不太平衡、啊。然后各种牵拖啊。太酷！哦，马上要超级践踏哥出场的时候会践踏场上一个啊，太扯了！然后现在要补血啦，完蛋啦！哎呀，血量越来越多，攻击力越来越高，太 OP 了！他先用他的嘲讽顶你的嘲讽，用他的光束拳顶你啊！这个时候你又拿到一个黑铁匠，然后还有一张烂盾跟一个狂战士，你要怎么做呢？哎，这东西太 OP 了啊！廖哥先丢出了他的狂战士，再丢出了他的战力提升，结束这回合。这回合，马上就先补充了他的超级暴风城士兵。太 OP 了！是啊！好，马上先补他，然后顶掉你的烂狂战士。丞相，对面起风啦！为什么没有死啊？他选择不是？他为什么要这样换？我不知道，他可能觉得他要赢了。他有点怪怪的，要不然就是神经病。他有点怪怪的，应该是啊，是失误啊。他脑袋应该跟你差不多，好像失误的样子。没有，我觉得他可能太爽。然后这个时候放出了超级软，然后他也放出了黄战士。这个时候他场上有四张牌，你就一只烂盾。我的两个火球已经烧掉了，是的，搞头了。
给你。现在你这样烂盾跟烂软泥怪丢出去之后，你顶多再轰他脸一发，你就没有那个招了，没招了。我觉得你轰自己的脸算啊，轰自己的脸吗？没错，没办法，给点吗？可以啊，给点吗？跌下去你就朝自己的脸轰一发，超爽的，好不好？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轰吧。好啦，我今天轰自己的脸，太爽了！哎呀，太爽了！我太生气了，我自己的脸，各种被打脸了。三天三夜的排队，最后还不是要轰自己的脸啊？太神啦！然后他就点掉了你的烂盾，然后就点掉了软泥怪，他攻击就提升。然后这时候他选择了补血，然后直接用他软泥怪顶你。我觉得这个暴雪一定要改版的，太 OP 了。这个技术真的太 OP 了，他又召唤出了一只烂屌熊。这个时候你就叫暴风雪，还可以再撑一回合。怒丢暴风雪，冻绝加两点，叭叭叭叭叭叭叭。啊，又多撑了一回合，太神啦！太神啦！再撑一回合，再屌撑一。这回合看看他会有什么，他现在都被冻结，无法进行攻击。来看看会不会一个屌撑逆转，然后果断先补血。补血又补血，各种不理。不要，我已经没有火球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又来了一张法术牌。哦，果断丢法术牌吧！你说丢法术牌，你已经没有烂脚招了是吧？没招啦！哎，喵喵，然后打掉那一只，我决定打我自己脸。好，打自己脸。到最后还是选择打自己脸，结束这回合。好惨啊，妈妈！这个时候他就应该会选择用他的暴风城游的直接盯你的脸，把你射了。好，哎，砰！人生大失败。啊砰！大失败，结束了。这就是廖哥我们示范的人生大失败。恭喜廖哥落败，无言。太惨啦！太神啦！各种丢啦！你们打到歪头还敢进来丢人去？好了，那我们是要接 call in 的吗？什么烂东西？那我们先进一下五分一下下的广告。是的，再见。真是的，这游戏好像很难玩的。我也廖哥各种神啊，太神啦！太神啦！火球打自己脸，这辈子没进过、啊。那我们现在接抽一的哦，我们要就是给成功答对的三个观众抽奖，一个人可以抽两次。可以玩到极通了是不是，这是极通吗 ？Can player。Can player。你知道吗？因为你刚刚肚子痛，所以我现在也肚子痛。真的假的？拉拉。你要去了吗？我不要，我要回家再拉。接电话吧，苏杰拉拉，棒子又来了，我要给那个没有 call 过的一个。好啊，这个好。猫咪哦、喔。对。喂。你好。请说。喂。喂。喂。请说，通关密语是。廖哥好棒棒。哎、欸，有延迟哎、欸。有啊，延迟很大。你是不是你干嘛要听直播不听 Skype？鲁大好棒棒啊、哦！太神了！了好啊，你问他问题。等一下，我要关一下那个直播。好了，你快点关了。好 ，OK 了。好的，你现在清楚吗？非常清楚啊、哦。那我们要问你一个烂问题啦。啊，请说。你知道我们刚刚廖哥被屌打的那款游戏叫做什么名字吗？炉石。炉石什么？哦，炉石，炉石。哎、欸，拜托这么简单？你知道它叫炉石吗？它四个字啊。炉蛇战记。对，我好像只知道它叫炉石哎、欸。然后呢？它的全名。卤蛋都偷偷跟你说了，你在那边闹。没有，我没有跟他说。所以你回答不出来吗？炉石战记吗？好，恭喜你！你要回答它全名吗？我们可以再送你一次机会啊、哦。什么？全名、啊、对，他还有全名，他还有五个字，还有五个字，对，他后面还有五个字。那、啊、看来这个不够窄，没关系，这样反正你有达到我们初期目标就 OK， 让你抽两次机会，你要给大鱼还是我？卤蛋。
这两次都我吗？抽了。啊，两次都你啊。好啊，归零。十万。他配合你嘞。好聪明哦。哇。哇，明星会酷，卤蛋自拍照，贝壳必摆。那再拜嘞。好，又要归零，帮你抽第二次。第一个币一百，大鱼自拍照一张，明星会哭。好了，大宝共估，大宝共估，谢谢。好啦，谢谢啦，没有东西，抱歉。拜拜。谢谢，再见。好失望，可是我也没办法，又不是我愿意的，那就是共估啊。我也想要送一点东西出去。好吧。你接太多次了。要接什么？小景没接过。小景在哪里？小，你刚下面一个，下面一个。这个。嗯。喂。喂。Hello。喂。喂。请说通关密语。你好，我关一下直播。好啊，好啊。怎么那么多人都先关注？喂。听得到吗？可能听不到。啊，刚才他知道。好的，请说你的通关密语。呀，我看其实中间断掉了一 下，所以说你不知道我的通关名字是什么吗？如实战记，不是那个，那个是前一个世纪的东西了。我们说的是通关密语。好，通关密语每一通 coin 的都会讲哎、欸，这边闹。没有来啊、喔，所以你好吧，你第一关过不了，断掉一下，所以你现在没有通关密语，就不能让你进来了。对啊，就不能让你回答问题了、欸，哎，是的，好可惜哦、喔。你真的想不起来吗？你赶快看一下聊天室有没有答案啊？是假的，我看一下。大失败，人生大失败，不要再失，不要大失败，拜托。怪灵，还给你十秒，给你十秒，最后十秒。要，哦，来，这。最后两个字是棒棒，卤蛋棒棒，卤蛋吃棒棒，哎、欸，接近了哦，总共五个字，我觉得已经该挂掉了，卤、哦啊、蛋，那你给他挂啊？啊，你说什么？再说一次，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这次讲出来的话就是你通关密语，卤呵呵好没了，卤蛋好棒棒，这样这样给他过。欸看你啊，好啦，就给你过了。好啦，我不要过是这样。给你问。好，请问刚刚上一场玩炉石战记的人是谁在玩？廖哥。答对啦。廖哥好棒棒。大成功。啊，这是给你抽了。好啊好啊。看你手机会不会好一点。妈妈，我要抽奖喽。归零。百万啦！抽奖啦！ Yeah! 我刚刚很紧张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是没有了。没有，贝壳币一百点，卤蛋自拍照，大鱼自拍照。有自拍照的准备。抽第二次啦！过零，一百万。抱歉，什么都没有。真的假的？又没有啦。Sorry。这比例真的不会少，都低太多了。好啦，没有啦，再见。拜拜。好，我们剩最后两个问题，就没办法，抽都抽不到，太惨啦！你要接那个凤梨吗？啊，好啊。好，凤梨你好，请说。喂，请说通过密语。卤蛋好棒棒。好，太神棒了！卤蛋好棒棒。好，那请问？我们刚才玩炉石是被什么职业打败了？牧师。答对了。干嘛？你会说这？答对了。好了，结束了。那我们再谢谢你高一，再见。好，拜。没有啦，抽奖啦。好了，你抽一次，我抽一次。好啊。先数一个。好像有了没？妈妈，再来一次拍照。他一定很不想要。不会啦，他应该会希望你拍屁股之类的。欸、可是他中奖就不能抽第二次、欸、那就没有啦，就是这样。你要大鱼的自拍照啊？可以啊。好。没有没有，我问你，你要我的自拍照还是卤蛋再抽一遍？但是只能选一个。那卤蛋抽一遍。我抽一遍，如果没东西就没东西哦。没关系。好。他其实也不是很想你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。
所以我才给他这个选项。你人真好。等一下再告诉你，因为他没抽中，我就不用猜了。你超牛逼！好了，抱歉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这次。谢谢你，拜拜。我记住了。哎、欸，你看我多聪明，是他自己选择要再抽一遍的啊！屁啦，你就是东西都不想抽吗？没有，我刚刚问他说你要我的自拍照还是再抽一遍呢、啊？啊，是经过当事人同意了。对啊，对啊，最后一个问题。今天怎么都送不出去，就送了一张烂双下巴的。垃圾桶教主。垃圾桶教主。Hello。喂，垃圾桶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要说通关密语吗？是啊是啊，就在等你讲。卤蛋好棒棒。有。下次我再看到这个通关密语就不录。你之前讲过，你跟廖哥说。我跟你讲两次。啊，刚刚，哎、欸這個。你看你要问什么啊？这个，看你要问什么。刚刚的牌组是谁组的啊？廖哥吗？啊，干得好。答对啦！你说的是廖哥好棒棒，听听。廖哥好棒棒，耶！一定会抽中贝壳币耶！啊，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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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样，我先抽好了。好啊，没中就换你。好吵！哈哈哈！刚才一百点没有中，换你。什么都没有。好不容易人家中了你的自拍照，你不给人家？我没有，他自己选的哦。送我双下巴。大鸡鸡。看来那双下巴送给两个人啊。啊，大鸡鸡。恭喜你获得卤蛋自拍照一张。这种节目真的做得下去吗？好啦，哎、欸，明天还是我跟你哎。好啊，就是明天就我在跟你。对啊。好啦，谢谢你又拿到了我双下巴了，开心吗？谢谢啦。好，不客气，先挂掉了，再见。拜拜。好，今天我们送了两个双下巴，莫名其妙。好啦，大家再会啦。啊，结束了。明天见，再见。好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节目到底做不做下去？